PG1 一例士官礼，士官礼，士官礼是于庙门主人玄关朝服姿带素臂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是与席所。挂者巨篆于西熟不席于门中夜西域外西面是人直家抽上独兼职之境受命于主人载自幼少退暂定是人。许诺又还及席坐西面挂者在左促侍书挂职以示主人主人受事反之是人排东面屡战促进告急若不及则。是远日如出一撤是席宗人告示毕主人借兵兵礼辞许主人再拜兵踏拜主人退兵拜送前其三日士兵如求。日之以乃素兵兵如主人扶出门左西面再拜主人东面踏拜乃素兵兵许主人再拜兵踏拜主人退兵拜送素。赞观者一人亦如之觉名气为其于庙门之外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素服立于。西方东面北上病者请其改告曰执名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必病者告其于兵之家宿兴设喜职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喜东。臣服于房中西拥下东岭北上绝便服勋长纯衣姿带革皮便服素鸡姿带素臂旋端旋长黄长杂长可也姿带绝臂姿不官缺相亲祖因属于缺姿喜广中服长六尺皮便鸡绝便鸡姿祖红勋边同妾至十余店仆言二在。南侧尊一五里在府北有匪石勺至角四浦海南上绝变皮变资不官各一算直以呆于西殿南南面东上冰身则东面主人玄端绝壁立于坐阶下直东续西面兄弟必整全立于喜东西面北上病者玄端赴东熟将官者采。一节在房中南面兵如主人扶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病者告主人迎出门左西面再拜兵踏拜主人一赞者与兵一先入美取一至于庙门一入三一至于街三让主人身立于续端西面兵西续东面赞者冠于喜西身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赞者言于东续少北西面将官者出房南面赞者便喜机至于沿南端兵一将官 PG2 者将官者即言坐赞者坐至设喜兵将主人将兵此主人对兵灌促一一一让身主人身复出为兵沿前坐镇喜新将西阶一等直官者身一等东面受兵兵右手直向左手直前进容乃著作如出乃官心复位赞者促官者心兵一之是房扶玄端绝壁出房南面兵一之即言坐至射击兵冠正喜如出将二等受皮便右直向左直前进住加之如出复位赞者促红心兵一之是防扶素基素必容出防南面兵将三等受爵便加之扶勋长革其他如加皮便之一撤皮便官至沿入于房沿于户西南面赞者喜于房中侧着李家四副之面夜兵一官者就沿沿西南面兵受礼于户东家四面方言前北面观者言西拜受至兵东面踏拜见浦海观者即言坐左直至右祭浦海
以四季礼三星研墨作淬礼，见四星降研作殿制拜，直至新兵踏拜官者，殿制于建东降研北面作曲服降自西。皆是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寿子拜宋母又拜兵将直西续东面主人将复出为官者立于西街东南面兵自知。官者对兵出主人送于庙门外请礼兵兵礼辞许兵就赐官者见于兄弟兄弟再拜官者踏拜见赞者西面拜意。如之入见姑姐如见母乃一服服玄关玄端绝壁殿至见于君遂以至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乃礼兵以一线之礼。主人酬兵数薄利皮赞者皆与赞官者为借兵出主人送于外门外再拜归兵卒。若不礼则教用九尊于防护之贤两武有进玄九在西家韶南方喜有北在西南顺使家教用湖海兵将取决于。匪辞将如出促喜身着官者拜受兵踏拜如出官者身言作左直觉右祭蒲海祭酒新言末作翠酒将言拜兵踏拜官者殿爵于见东立于言西撤见爵言尊不撤家皮便如出一再教设酒其他皆如出家爵便如出一三教友干肉者祖祭之其他如出北面取斧见于母若杀则特屯宰和生离废时于顶射兄弟使教如出再教两斗魁租裸海两边立斧三教射九如再教家祖祭之皆如出祭废促教取边斧以降如出若孤子则父兄借宿官之日主。人杰而迎宾拜一让立于序端皆如官主礼于座凡拜北面于座皆上宾一北面于西皆上踏拜若杀则举鼎臣于门外直东属北面若庶子则官于房外南面遂教焉官者母不在则使人受府于西皆下借宾曰某有子某将 PG 三。家父于其首愿无子之教之也兵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无子感辞主人曰某犹愿无子之中教之也兵对曰无子重有命某感不从速曰某将家父于某之首无子将立之感速兵对曰某感不速心使家住曰令越急日使家园福气而又至顺而臣得受考为其戒而谨服在家约及月令臣乃生而福尽而威仪殊胜而得没受万年永受胡服三家约以岁之正以月之令贤家而福兄弟俱在以臣觉得黄狗无将受天之庆礼辞曰甘礼为后家见令方拜受祭之以定而降成天之修受考不忘教辞曰止酒祭亲家见旦时使家元福兄弟俱来校有时隔永乃保之在教曰止酒继续家见衣服乃生而服礼已有序祭此家绝成天之护三教曰止酒令方边斗有出现家尔福摇身者祖成天之庆受福无将自辞曰礼仪既被令月即日昭告尔自元自恐家毛氏忧疑疑之于贾勇受保之曰伯某府众书记为共所当具下用隔玄端黑具青渠一纯纯薄寸素鸡白具以魁府之资渠一纯纯薄寸绝变熏具黑渠一纯纯薄寸东皮具可也不具岁女祭官一使官资不知官也大古官不齐则资之其蕊也恐
子曰：吾谓之闻也观而避之可也。是子观于坐以者待也，教于客位家有臣也。三家弥尊欲其志也，观而自之敬。其名也伪冒周道也，张辅应道也，吴追夏后世之道也，周便应许夏收三王共皮，便素姬吴大夫官礼而有其婚。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官礼之有公侯之有官礼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由是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既是以立诸侯相贤也，以官爵仁德之杀也，死而是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事，是婚礼，是婚礼。婚礼下达纳采用宴，主人言于户西西上又几十者玄端治病者出请示入告主人，如宾服迎于门外，再拜宾部。踏拜一入至于庙门，一入三一至于街三，让主人以兵身西面，兵身西街当阿东面，致命主人坐街上北面，再拜授于营前南面，兵将出主人将授老宴，病者出请兵执宴，请问明主人许兵入授如出礼，病者出请兵告示必入告出请礼，兵兵礼辞许主人，撤即改言东上策尊五礼于房中，主人迎兵于庙门外，依让如出身主人北面再拜。 PG 四兵西街上北面踏拜主人，扶己受孝拜送兵以己辟北面，设于坐左之西街上踏拜赞者着礼加脚四面，夜出于房主人受礼面方言前西北面，兵拜受礼复位主人坐街上拜送赞者见蒲海，兵即言坐左直至祭蒲海以四祭礼。三西街上北面坐翠礼见四星坐殿至岁拜主人踏拜兵及言殿于见左将言北面坐曲府主人辞兵将受人府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纳吉用宴如纳彩礼纳真玄勋树伯利皮如纳吉礼请其用宴主人辞兵许告其如纳真理其初昏成三鼎于请门外东方北面北上其实特屯和身去提举废己二祭废二于时有四蜡一尊必不生接任设兄必设喜于坐街东南转于房中西将二斗租海四斗间金之属祭四吨皆盖大根器在篡尊于市中北雍下有净玄酒在西细密加勺在南方尊于房户之东无玄酒北在南十四绝和井主人绝便勋长资一从者必玄端沉默车从车二甚直竹前马副车亦如之有颤至于门外主人言于户西西上又井女次纯衣熏然立于房中南面母喜鸡消衣在其右女从者必枕玄献鸡被献府在其后主人玄端迎于门外西面在拜兵东面踏拜主人一入兵执宴从至于庙门一入三一至于街三让主人身西面兵身北面殿宴在拜鸡守将出副从将自西接主人部将宋旭欲复车受随母辞不受父臣以及母家景乃屈欲者待续乘其车先四余门外复至主人衣服已入及请门衣入身自西接应不习于傲夫入于是及媳妇尊西南面应欲握冠交赞者撤尊密举者冠出除密举顶入城于坐街南西面北上比祖从设北面载直而四比者密退复位于门东北面西上
赞者设降于席前租海，在其北祖入设于斗东，于次腊特于祖北赞设属于降东，即在其东设弃于降南，设对降于东租海，在其南北上设属于腊北，其西即设弃于降北，欲部队席赞其会却于敦南，对敦于北赞告具依附及对言皆作皆计计见属计费赞耳属受费己皆食以气降皆计举食举也三半促食赞起绝着应主人主人拜受赞户内北面踏拜应父亦如之皆计赞以甘从皆正计计甘皆食以租豆促绝皆拜赞踏拜受绝在应如出无从三应用景亦如之赞起绝着于户外尊入户西北面殿绝拜皆踏拜坐祭促绝拜皆踏拜新主人出父父位乃撤 PG 五于房中如设于世尊否主人说服于房应受父说服于是欲受母受金玉任于傲应任良席在东皆有枕北止住人入侵说父之因逐出应郡主人之于欲郡父于赞着外尊应之应是于户外呼则文素心父沐浴洗机消衣矣。四见执名赞见父于旧姑席于坐旧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父执凡早立自门入身自西皆敬拜殿于席旧。作府之心踏拜父还又拜将接受凡断修身进北面拜殿于席孤作举以心拜受人赞礼父席于户有监测尊武礼于房中父一立于席西赞者着礼家四面方出房席前北面父东面拜受赞西街上北面拜送父又拜见浦海父身席左直至右祭浦海以四祭礼三将席东面坐翠礼见四星拜赞踏拜父右拜殿于见东北面坐曲府将出受人于门外就孤入于是父冠愧特屯和身侧载如于蜡无祭并难上其他如曲与礼父赞成祭促时一应无从席于北拥下腹侧设席前如出西上腹郡就此意将腹郡孤之传欲赞祭斗属费举费己乃食促孤应之父拜受孤拜送坐祭促绝孤受殿之父侧于房中应欲郡孤应之虽无地应先于是与食饭之错就孤共享腹以一献之礼就喜于南喜孤喜于北喜殿酬就孤先将自西皆父将自坐皆归父祖于父世人就享送者以一线之礼酬矣树锦孤享父人送者酬以树锦若一方则赠丈夫送者以树锦若旧姑祭梅则复入三月乃殿菜席于庙澳东面又几席于北方南面住冠复冠于门外复执凡菜住帅复已入住告称父之姓曰某氏来复感殿加菜于皇舅某子复拜西的坐殿菜于鸡东席上还又拜如初复将堂取凡菜入住曰某氏来复感告于皇姑某氏殿菜于席如出礼父出住何有户老礼父于房中南面如旧姑礼父之礼序享父送者丈夫妇人如旧姑享礼既是婚礼凡行事必用荤腥受诸迷妙词无不舔无乳质不用死皮薄必可治蜡必用仙鱼用父必摇权女子许嫁鸡而礼之称自祖庙未毁教于公公三月若祖庙已毁则教于宗室问明主人受宴还西面对兵受命乃将祭礼使西一祭右西在祭兵右取辅左奉之乃归职以反命纳真执皮舍之内文
坚持足左手随入膝上参分庭，一在南兵致命是外族见闻主人受地是受皮者，自东出于后自左受遂作射皮。PG 六逆退是东壁妇里女儿四营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腹西面界之壁有正焉，若一若鸡母界诸西皆上部。将父臣以己从者二人坐持己相对，复入寝门赞者撤尊密着玄酒三属于尊器于水于堂下皆闲家少凡自备。勋礼家于桥就踏拜载撤凡复席见转于房享复孤见焉，复席在北堂直视东于匪在东北面冠复坐就更绝字。见不敢辞喜就将则辟于房不敢拜喜凡妇人相想无将复入三月，然后既行数复则使人教之父不愧婚辞曰吾子有愧，况是某也某有先人之礼使某也请纳采，对曰某之子蠢于幼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辞致命曰敢。纳采问明曰某既受命将家诸不敢请与为谁事，对曰吾子有命且已被数而则之某不敢辞礼曰子为事故至。与某之事某有先人之礼请礼从者，对曰某既得将事已敢辞先人之礼敢故已请某辞不得命敢故从也纳及。曰吾子有况命某家诸不战曰即使某也敢告，对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及我与在某不敢辞纳真曰吾子有家命况是某也某有先人之礼力皮数薄使某也请纳真致命曰某敢纳真，对曰吾子顺先典况某重礼某不敢辞敢不成命请其曰吾子有赐命某既身受命以为是三族之不与使某也请即日，对曰某既前受命以为命是听曰某命某听命于吾子，对曰某故为命是听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许某敢不告其曰某日，对曰某敢不敬虚凡使者归反命，曰某既得将事以敢以礼告主人，曰闻命以父教子命之，曰往迎而相成我宗室序帅以尽先彼之四，若则有长子曰诺为恐弗堪不敢忘命兵治病者请，对曰吾子命某以资出婚时某将请臣命，对曰某故尽具以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素业无为命母失经节税，曰免之敬之素业无为公事庶母及门内师盘身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进宫听宗耳父母之言素业无千世诸金盘续受随母辞，曰未教不足与未礼也。宗子无父母命之亲皆没以公命之，之子则称其宗弟称其兄，若不亲迎则复入三月，然后续见曰某已得位外婚姻请敌主人，对曰某已得位外婚姻之数某之子未得着盖于祭祀事以未敢见今无子汝请无子之舅公某将走见，对曰某已非他故不足以汝命请中次见，对曰某得以为婚姻之故不敢故此敢不从主人出门左西面。PG 七续入门东面殿至在拜出病者以至出请受续礼辞许受至入主人再拜受续再拜送出见主父主父何非立于其内续立于门外东面主父一拜续踏再拜主父又拜续出主人请礼及一让入礼以一线之礼主父见殿愁无必须出主人送再拜事相见礼事相见礼
是相见之礼，至东用，至下用，居左头奉之曰：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令某见主人。对曰：某子命某见无子有，汝请无子之旧家也。某将走，见兵，对曰：某不足以，汝命请中次见主人。对曰：某不敢为，一故请无子之旧家也。某将走，见兵，对曰：某不敢为，一故以请主人。对曰：某也故辞不得命。将走，见闻无子，请至敢辞至兵。对曰：某不以至，不敢见主人。对曰：某不足以洗礼，敢故辞兵。对曰：某也不依于至，不敢见故以请主人。对曰：某也故辞不得命，敢不进从出营于门外，再拜兵，踏再拜主人。一入门，右兵奉至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兵，再拜送至出主人，请见兵法见退主人，送于门外，再拜主人。复见之以其志曰：向者无子，汝使某见请还至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既得见，以敢辞兵。对曰：某也非敢求见请还至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既得见，以敢故辞兵。对曰：某不敢，以闻故以请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故辞不得命，敢不从兵。奉至入主人，再拜受兵，再拜送至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事件于大夫中，辞其志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兵退送，再拜若常未成者，则礼辞其志曰：某也辞不得命，不敢不辞兵。入殿至再拜主人，踏一拜兵出，使病者还其志于门外曰：某也使某还至兵。对曰：某也既得见，以敢辞病者。对曰：某也命某某非敢为，以也敢以请兵。对曰：某也夫子之见思不足以见礼，敢故辞病者。对曰：某也使某不敢为，以也故以请兵。对曰：某故辞不得命，敢故从。再拜受下大夫相见，以厌世之以不为之，以所如直至上大夫相见，以高士之以不似为之，结于面左头如迷直之如是相见之礼。使见于君直至至下容迷促数人，见于君不为容尽退走。士大夫则殿至再拜稽首君，踏一拜若他方之人，则使病者还其志曰：寡君使某还至兵。对曰：君不有其外。 PG 八臣臣不敢辞。再拜稽首受凡宴，见于君必变君之难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君在堂身见无方，皆变君所在凡言非对也妥，而后传言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是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凡与大人言，使世面忠事报促世面无改，众皆若是若负，则由物无上于面无下于待，若不严厉则是足作，则是息。凡事作于君子，君子欠身问日之早，宴以食具告改居，则请退可也。夜事作问夜善婚，请退可也。若君赐之时，则君既先犯便尝善饮，而赐君命之时然后食。若有将食者，则赐君之时然后食。若君赐之爵，则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即促爵，而赐君促爵然后受虚爵。退坐取具以辟，而后具君位之心，则曰：君无畏，心臣不敢辞。君若将送之，则不敢不辞。遂出大夫则辞退下笔及门三辞。若先生一绝者，请见之，则
此辞不得命，则曰某已出见辞不得命，将走见先见之，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是则曰寡君之老。凡执弊者，不屈容迷促以为宜直欲者，则为书武举前业种。凡自称于君是大夫，则曰下臣宅者在邦，则曰市井之臣在也，则曰草毛之臣庶人，则曰刺草之臣他国之臣，则曰外臣。乡饮酒礼，乡饮酒礼，乡饮酒之礼，主人就先生而谋宾，借主人借宾，宾拜礼，主人踏拜乃请宾，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踏拜主人退宾。拜汝戒亦如之，乃袭宾，主人戒众宾之袭，皆不属燕尊两湖于防护闲私，竟有玄酒在西设北于晋南东四家耳。少于两湖设喜于坐街东南南北，以唐生东西荡东融水，在喜东北，在喜西南四根，定主人宿宾，宾拜汝，主人踏拜还宾，拜汝戒亦如之，宾及众宾皆从之，主人亦相迎于门外，再拜宾，宾踏拜，拜戒戒踏拜，依众宾，主人亦先入宾宴，戒入门左，戒宴众宾入，众宾皆入门左北上，主人与宾三一至于街三，让主人升宾，升主人坐街上当美北面，在拜宾七街上当美北面，踏拜主人坐取决于匪将，喜宾将主人坐殿决于街前，辞宾对主人坐取决心事喜南面坐殿决于匪下冠，喜宾进东北面，辞喜主人坐殿决于匪心对宾复位当西续东面，主人坐取决卧喜者西披之酒北面促喜，主人一一一让升宾拜喜，主人坐殿决遂拜将冠宾将，主人辞宾对复位当西续促冠一让升宾西阶上一立，主人坐取决时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现宾，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以复位，主人坐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见浦海宾升席自西方乃设者祖，主人坐阶东一立，宾坐左直爵即浦海便爵于见西心，右手取废却左手之本座扶僚，右爵末以祭上，左手祭之心加于祖座托手，遂祭酒心席末座翠酒降席座殿爵拜告止直爵心，主人坐街上踏拜宾西街上北面坐促爵心坐殿爵遂拜直爵心，主人坐街上踏拜兵将起，主人将兵坐殿决心辞，主人对兵坐取决是喜南北面，主人坐街东南面辞喜兵坐殿决与匪心对主人复坐街东西面，兵东北面冠坐取决促喜依让如出身，主人拜喜兵踏拜心将冠如主人礼兵时决主人之席前东南面坐主人，主人坐街上拜宾少退，主人敬受爵复位宾西街上拜送爵见浦海，主人升席自北方设者祖祭如宾礼不告止自席前是坐街上北面坐促爵心坐殿爵遂拜直爵心，宾西街上踏拜主人坐殿爵于续端坐街上北面再拜重九宾，西街上踏拜主人坐取至于匪将喜宾将，主人辞将宾不辞喜立当西续东面促喜亦让身宾，西街上一立主人时至仇宾坐街上北面坐殿至遂拜直至新宾，西街上踏拜坐祭遂以促至新坐殿至遂拜
直至新兵西街上踏拜主人将喜兵将辞如献礼身不拜喜兵西街上立主人时至兵之席前北面兵西街上拜主人少退促拜进坐殿至于见西兵辞作取至复为主人坐街上拜宋兵北面坐殿至于见东复为主人依将兵降地于街西当序东面主人以戒衣让身拜如兵礼主人作取决于东序端降喜戒降主人辞降戒辞喜如礼兵身不拜喜戒西街上立主人时觉戒之席前西南面现戒戒西街上北面拜主人少退戒进北面受爵复为主人借右北面拜宋爵借少退主人立于西街东见浦海借身席自北方设者祖祭如兵礼不祭废不萃酒不告止字南方降席北面坐促爵新坐殿爵遂拜直爵新主人借右踏拜借降席主人复坐皆降辞如初促席主人冠借衣让身受主人爵于两营之衔戒西街上立主人时爵坐于西街上戒又坐殿爵遂拜直爵新戒踏拜主人坐祭岁 PG 十引促爵新坐殿爵遂拜直爵新戒踏拜主人坐殿爵于西营南戒又再拜重九戒踏拜主人复坐皆一降戒降立于兵南主人西南面三拜众兵皆踏一拜主人一身坐取决于西营下降喜身时决于西街上现众兵之长身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引不拜祭决受主人决降复位众兵现则不拜受决坐祭立引每一人现则见诸其席众兵便有浦海主人以爵将便于匪一让身兵宴戒身戒宴众兵身众兵续身及席一人喜身举至于兵时至西街上坐殿至岁拜直至新兵席末踏拜坐祭岁引促至新坐殿至岁拜直至新兵踏拜将喜身时至立于西街上兵拜进坐殿至于见西兵辞坐受以新举制者西街上拜送兵坐殿至于其所举制者将设席于堂连东上宫四人二色色先香者二人皆左和色后手画月内贤右手香乐正先生立于西街东宫入身自西街北面坐香者东面坐岁受色乃将公歌鹿鸣四母黄黄者华促歌主人献公公左色一人拜不兴受爵主人坐街上拜送爵见浦海使人相继公以不拜继爵受主人爵重公则不拜受爵继以便有浦海不继大师则谓之喜兵戒将主人辞将公不辞喜身入堂下庆南北面立乐南该白华华属主人献之于西街上一人拜进皆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引不拜祭爵身受主人爵众身则不拜受爵坐祭立引便有浦海不祭乃贤歌于立身由根歌南有家余身重秋歌南山有台身由以乃和月州南关居阁谈卷耳罩南雀巢彩凡彩屏公告于乐正曰正歌被乐正告于兵乃将主人将席自南方侧将坐相位司正司正礼辞许诺主人拜司正踏拜主人身复席司正喜至身自西街坐街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安于兵司正告于兵兵礼辞许司正告于主人主人坐街
上在拜宾夕街上踏拜司正立于迎贤以相拜皆依附席司正时至将自西街街贤北面坐殿至退共赏立作曲至不计岁以促至新坐殿至岁拜直至新冠喜北面坐殿至于其所退立于至南宾北面作曲祖西之制作街上北面酬主人主人将席立于宾东宾坐殿至岁拜直至新主人踏拜不计立礼部拜促至不喜时至东南面受主人主人坐街上拜宾少退主人受至宾拜送于主人之西宾依附喜主人西街上 PG 十一酬戒戒将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宾酬主人之礼主人依附席司正身相与曰某子受酬受酬者将席司正退立于序端东面受酬者自戒右众受酬者受自左拜新引皆如宾酬主人之礼便促受者以至将坐殿于匪司正将复位使二人举至于宾界起身时至于西街上皆坐殿至岁拜直至新宾界席末踏拜皆坐祭岁以促至新坐殿至岁拜直至新宾界席末踏拜密将起身时至皆立于西街上宾界皆拜皆进见西殿之宾词作曲至以新戒则见南殿之戒作受以新退皆拜宋将兵戒殿于其所司正身自西皆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坐于兵兵此矣祖主人请撤祖兵许司正将皆前命弟子四撤祖司正身立于席端兵将席北面主人将席坐街上北面戒将席西街上北面尊者将席席东南面宾取祖还受司正司正以将宾从之主人取祖还受弟子弟子以将自西街主人将自坐街界取祖还受弟子弟子以将界从之若有诸公大夫则使人受祖如宾礼众宾皆将说句依让如初身坐乃修无算觉无算乐宾出奏该主人送于门外再拜宾若有尊者诸公大夫则记一人举至乃入席于宾东公三众大夫在众公如大夫入主人将宾戒将众宾皆将复出为主人迎衣让身公身如宾礼辞一席使一人去知大夫则如戒礼有诸公则辞家席委于席端主人不撤无诸公则大夫辞家席主人对不去家席明日宾服香服以拜赐主人如宾服以拜汝主人是服乃其司正无戒不杀见福海修为所有真为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宾戒不与相乐为欲计相朝服而谋宾戒皆使能不素戒仆言资不纯尊细密宾至撤之其身狗也哼于堂东北县用爵其他用至剑府五挺痕迹于其上出自左房祖由东壁自西皆身宾祖己邪兼废主人祖己邪必废戒祖己邪尊歌废废皆离皆右挺进奏以绝拜者不徒坐坐促绝者拜祭绝力促绝者不拜祭绝凡殿者于左将举于右众宾之常一人辞喜如宾礼立者东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则东上乐正与立者皆见以尺凡举绝三座而不徒绝乐座大夫步入县宫与身取绝于上北祭县殿于下北其身则县诸西街上庆街贤缩六北面古之主人界
凡身其自北方向自南方思正计举至而见诸其位凡履不喜不喜者不计计履是不入彻祖兵戒尊者之祖寿。PG 十二，者以将岁出受从者主人之祖以东乐正命奏该兵出至于皆该坐若有诸公则待府于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赞者西面北上不与无算决然后与相设礼相设礼相设之礼主人借兵兵出营再拜主人踏再拜乃请兵礼此许主人再拜兵踏再拜主人退兵送再拜无戒乃席兵南面东上众兵之席祭而西席主人于坐街上西面尊于兵席之东两湖司近左旋九街加少北在其南东四设喜于坐街东南南北以堂升东西荡东融水在喜东北在喜西南四县于喜东北西面乃张侯下冈不及的五部系左下冈中演数之伐参侯道居侯党之一西五部更定主人朝服乃素兵兵朝服出营再拜主人踏再拜退兵送再拜兵及众兵遂从之及门主人一乡出营于门外再拜兵踏再拜一众兵主人以兵一先入兵宴众兵众兵皆入门左东面北上兵少进主人以兵三一皆行及皆三让主人身一等兵身主人坐街上当美北面再拜兵西街上当美北面踏再拜主人坐取决于上北以将兵将主人坐街前西面坐殿决心辞将兵对主人坐取决心是喜南面坐殿决于匪下冠喜兵进东北面辞喜主人坐殿决于匪心对兵反为主人促喜一一一让以兵生兵西街上北面拜喜主人坐街上北面殿决遂踏拜乃将兵将主人辞将兵对主人促冠一一一让生兵生西街上一立主人坐取决时之兵席之前西北面现兵兵西街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兵进受决于席前复为主人坐街上拜送决兵少退见浦海兵升旗自西方乃设者祖主人坐街东一立兵坐左直决右继浦海殿决于见西新取备坐决继上左手继之心加于祖坐托手直决遂继九星席末坐翠九将席坐殿决拜告止直决新主人坐街上榻拜兵西街上北面坐促决心坐殿决遂拜直决心主人坐街上榻拜兵以虚决将主人将兵西街前东面坐殿决新辞将主人对兵坐取决是喜北面坐殿决于匪下新冠喜主人坐街之东南面辞喜兵坐殿决于匪新对主人反为兵促喜一让如出身主人拜喜兵踏拜新将冠如主人之礼兵身时决主人之席前东南面坐主人主人坐 PG 十三街上拜兵少退主人进受爵父为兵西街上拜送爵见浦海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设者祖继如兵礼不告止自席前世坐街上北面坐促决心坐殿决遂拜直决心兵西街上北面踏拜主人坐殿决于序端坐街上再拜重九兵西街上踏再拜主人坐取至于匪以将兵将主人殿至辞将兵对东面立主人坐取至喜兵不辞喜促喜一让身
宾夕街上一立主人石至筹之座，街上北面坐殿至岁拜，直至新宾夕街上北面踏拜主人坐祭岁引促至新座。殿至岁拜，直至新宾夕街上北面踏拜主人降喜宾降慈如献礼生不拜喜宾夕街上立主人石至宾之席前辈。面宾夕街上拜主人坐殿至于见西宾祠坐取至以新反为主人坐街上拜宋宾北面坐殿至于见东反为主人一将兵将东面立于西街西当西续主人西南面三拜众兵众兵皆踏一拜主人一身坐取决于续端将喜身时绝西街上现众兵众兵之长身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引不拜祭绝受主人绝将复位众兵皆不拜受绝坐祭立引每一人现则见诸其席众兵便有苦海主人以驱绝将便于匪一让身兵验众兵身众兵皆身就席一人喜举至于兵身时至西街上坐殿至拜直至新兵席末踏拜举至者坐祭岁引促至新坐殿至拜直至新兵踏拜将喜身时之西街上北面兵拜举至者进坐殿至于见西兵祠坐取以新举至者西街上拜送兵反殿于其所举至者将大夫若有尊者则入门左主人将兵及众兵皆兵复出为主人依让以大夫身拜至大夫踏拜主人矣绝将大夫将主人辞将大夫辞喜如宾礼席于尊东身不拜喜主人时绝席前献于大夫大夫西街上拜敬受爵反为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辞加席主人对不去加席乃见浦海大夫身席设者祖祭如宾礼不计费不萃酒布告止息街上促绝拜主人踏拜大夫降喜主人复坐皆降辞如出促喜主人冠衣让身大夫受主人绝于两银肩父为主人时绝以坐于西街上坐殿绝拜大夫踏拜坐祭促绝拜大夫踏拜主人坐殿绝于西营南再拜重九大夫踏拜主人复坐皆一将大夫降立于兵南主人一让以兵身大夫及众兵皆身就席席公于西街上少东乐正先生北面立于其西宫四人二色色先香者皆左和色面古直月内前右手香入身自西街北面东上宫坐香 PG 十四者坐受色乃降身入立于县中西面乃和越州南关居阁坛卷耳罩南雀巢彩凡彩屏宫布新告娱乐正约正歌被乐正告于兵乃将主人取决于上北县公大师则谓之喜兵将主人辞将公不辞喜促喜身时绝公不兴左色一人拜受爵主人坐街上拜送爵见浦海使人相继公引不拜继爵受主人爵众公不拜受爵继引便有浦海部既不喜遂现身于西街上身一人拜于下进皆不身堂受爵主人拜送爵皆前坐祭立以不拜祭爵身受主人爵众生不拜受爵坐祭立以便有苦海不祭主人以爵降殿于匪反身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侧降坐相位司正司正礼辞许诺主人再拜司正踏拜主人身就席司正喜至身自西街由营内侍坐街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街上
北面请安于彬彬礼辞，许思正告于主人，遂立于迎贤以相拜。主人坐街上，在拜宾夕街上踏在拜街，依旧席思。正时至将自西街中庭北面坐殿，至心退少立静坐，取至心反坐不计，遂促至心坐殿至拜，直至心喜北面坐殿。于其所心少退北面立于至南位，女三偶四于堂西南面，东上司设是堂西坦爵，遂取功于街西间斜陈使身字。西街街上北面告于兵曰：“公使既具有私，请设兵队。”曰：“某不能为。”二三子许诺私设事，坐街上东北面告于主人曰：“请设于兵。”兵许私设将自西街街前西面，命弟子纳设器，乃纳设器皆在堂西。兵与大夫之功以于西序实在。宫下北扩众宫以于堂西，始在其上。主人之宫始在东，续东司设布事宫，始遂以比三偶于堂西三偶之南北面。命上设曰：“某欲与子。”命下设曰：“子与某。”子设司正位司马。司马命张侯弟子说东，遂系左下刚司马。又命或者以金于侯中，或者由西方作取金以于侯中，乃退乐。正是西方命弟子赞功迁乐于下，弟子相公如出入将自西街坐街下之东南堂前三杆西面北上坐乐。正北面立于其南，私设由协臣使以命三偶各与其偶让取公使，十三偶皆坦爵，遂有司左执辅右执衔而受公，遂受使三偶皆职公敬三而协。一个私设先立于所设中之西南东面，三偶皆敬由私设之西立于其西南东面北上，而四私设东面立于三偶之北境。三而斜一个一境当街北面，一即街一身堂，一欲则勾营内堂，则由营外当左务北面一即 PG 十五务一左足履务不方足，还是侯中府正足不去。今右设江城使职工不斜，右执衔南面一一如身设将出于其位。南是唐西改取一个斜之，遂是皆西取铺进之以反位。司马命或者执金以复侯，或者是侯执金复侯，而四司设还当上偶西面坐，上偶设司设反位，上偶一进上设在左，并行当街北面一级皆一上设先生三等下设从之中。等上设身堂少，左下设身上设一并行皆当其物北面一及物一皆左足履物，还是侯中合足而四司马是堂西不觉，遂坦直攻出于司设之南身，自西皆勾营由上设之后西南面立于物贤，又直销南阳宫并去侯，或者直经许诺身不觉，以至于伐作东面眼睛心，而四司马出于下设之南，还其后将自西皆反由司设之南，是唐西事公其反位立于司设之南。司设进与司马交于街前相左，由堂下西街之东北面，是上设命曰：“无设或无列或上设。”一司设退反位，乃设上设即发邪公使，而后下设设时发以将臣使，或者坐而或举金以攻眼睛以伤，或而未事，或促设皆直攻不邪。南面一一如身设上设将三等下设少右从之中等，并行上设与左与身设者相左交于街
遣相依由司马之南侍唐西侍公说绝食席而肆于唐西南面东上三偶醋舍亦如之私舍去铺以于西街之西。深唐北面告于兵曰三偶醋舍兵依私舍将进铺反为司马侍唐西坦直公由其位南进与私舍交于街前相左。深自西街勾营自右务之后立于务险西南面依公命取食或者直经许诺深不觉以经复侯而四司马出于左。务之南海其后将自西街遂是堂前北面立于所设逼之南命弟子设逼乃设逼于中庭南当喜东四司马游司。设之南退是公于唐西其反为弟子取使北面作尾于逼北阔乃退司马席进当逼南北面作左右辅使而成之。若使不备则司马又坦直公如出生命曰取使不所弟子自西方应曰诺乃复求使加于逼司设以铺于皆西身。请设于兵如出兵许诺兵主人代服若皆与设则遂告于兵事作皆上告于主人主人与兵未偶遂告于代服大夫虽众皆与事未偶以偶告于代服曰某欲于子西街上北面作众兵设司设将进呼由司马之南侍唐西立笔众偶众兵将与射者皆将由司马之南侍唐西祭三偶而立东上大夫之偶位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兵主人与 PG 十六大夫皆为将司射乃比众偶便遂命三偶时取使司射反为三偶时取使皆坦决遂直攻尽力于司马之西南司设座上偶取使司设反位上偶一进当逼北面一及逼一上设东面下设西面上设一进座横弓却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诸抚顺与且心直弦而左还退反位东西一下设进座横弓副手自弓上取一个心其他如上设计时取臣使一阶左还南面一阶少进当逼南阶左还北面进三斜一个一阶左还上设于右与进者相左相依反位三偶使取使亦如之后者遂取右设之使兼臣使而取之以受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重兵位使取使皆坦决遂直公进三斜一个由唐西进祭三偶之南而立东面北上大夫之偶位上司设作设如出一偶一身如出司马命去侯或者许诺司马将士公反为司设由斜一个去铺与司马交于街前身请示或于兵兵许将进铺西面立于所设中之东北面命事或者设中岁事之事或者直路中一人直算以从之事或者作设中南当逼西当西续东面新受算作十八算于中横尾其余于中西南末新共而四司设岁进由堂下北面命曰不冠不事上设一司设退反位是或者作取中之八算改十八算于中心直而四乃设作中则是或者作而是或每一个是一算上设于右下设于左若有余算则反位之右取中之八算改十八算于中心直而四三偶促设兵主人大夫一皆由其皆将一主人唐东坦决遂直攻进三斜一个兵于唐西亦如之皆由其皆接下一身唐一主人为下设皆当其物北面
一即物一乃摄醋南面一皆由其皆皆上一降皆一兵序西主人序东皆是公说绝食席反卫生及皆一身堂一皆就席大夫坦绝遂职工进三且一个由堂西出于私舍之西就其偶大夫为下舍一进偶少退一如三偶即皆偶先生促射一如生射偶先降降皆偶少退皆是功于唐西其偶遂止于唐西大夫身就席重兵计射事或皆如初司射所作为上偶促射事或者遂以所执于或生自西皆进皆不生唐告于兵曰左右促射降反位作为于或于中西新宫而四司马坦爵职工生命取使如初或者许诺以经复侯如初司马将士公反为弟子为使如初大夫之使则兼数之以毛上落烟司马臣使如初司设岁是西皆西士公去扑袭进由中东立于中南北面试算是 PG 十七或者东面于中西作先数右或二算位唇一唇以取食于左手食唇则缩而尾之每尾一之有余唇则横于下一算位其其则右缩诸唇下心自前是左东面作尖脸算食于左手一唇以尾食则一之其余如右或私舍复位是或者遂进取贤过直以身自息皆进皆不生堂告于兵若右甚则曰右贤于左若左甚则曰左贤于右以纯数告若有其者亦曰其若左右军则左右皆直一算以告曰左右军将复位坐尖脸算十八算于中尾其余于中西心共而四司设是唐西命弟子设封弟子奉封身设于西营之西乃将圣者之弟子喜至身着南面坐殿于封上将坦职工反为司设遂坦职工携一个进扑北面于三偶之南命三偶及重兵圣者皆坦决遂职张公不圣者皆袭说绝时却左手右加持弓于其上遂以直斧司射先反为三偶及众射者皆与其偶尽力于射为北上司射作身引者如作射一偶尽一如身射及皆胜者先身身堂少右不胜者尽北面作取风上之至心少退力促至尽坐殿于风下心一不胜者先降与身引者相左交于阶前相依出于司马之南遂是唐西是攻其而似有直觉者直觉者作取至时之反变于风上身引者如出三偶促引兵主人大夫不胜则不直攻直觉者取至降喜身时之以受于西前受制以示西街上北面立以促至受直觉者反就席大夫以则偶不生若大夫之偶不胜则一直持功特身引重兵既引射觉者便乃撤封与至司马喜觉身时之以将献或者于侯建浦海射者祖祖与建皆三季或者复侯北面拜受爵司马西面拜宋爵或者直爵使人执其剑与祖从之事又各设剑祖或者南面作左直爵祭府海直爵新取费作祭岁祭九星是左各中皆如之左各之西北三部东面设剑祖或者剑右东面立引部拜祭爵司马受爵殿于匪复位或者执其剑使人执祖从之辟射于伐南或者复侯而四司射是皆西士公使去扑说爵
实习是喜喜觉生时之以降现世，或者于其位少难见浦海者祖有祭事，或者见右东面拜受觉司设北面拜送觉士，或者就其见作左直觉祭浦海星取费作祭岁祭九星司设之西北面立引不拜祭觉司设受觉殿于匪士，或者少西辟见反位司设是唐西坦爵遂取功于阶西斜一个进扑以反位司设去扑以于阶西身请设于兵如 PG 十八出兵许司设将进扑由司马之南是唐西命三偶及重兵皆坦爵遂直攻就位司设先反位三偶及重兵皆坦爵。遂直攻各以其偶进反于设位司设作时取使三偶时取使如出反卫兵主人代府将一如出主人唐东兵唐西皆坦爵遂直攻接近接前一及 B 一时取使如三偶促北面进三斜一个一退兵唐西主人唐东皆是攻使袭击皆一身唐一就袭大夫坦爵遂直攻就其偶一皆进如三偶偶东面大夫西面大夫进坐说使数星反位而后偶一进坐间取臣使顺与而星反位一大夫进坐一间取臣使如其偶北面进三斜一个一退偶反位大夫遂是序西是公使袭身及袭重兵计时取使皆如三偶以反位司设由斜一个以进坐上设如出一偶一身如出司马身命去侯或者许诺司马将士公反位司设与司马交于阶前去扑袭身请以乐乐于兵兵许诺司设将进扑东面命乐正曰请以乐乐于兵兵许司设遂是皆贤堂下北面命曰不古不事上设一司设退反为乐正东面命大师曰奏奏于贤若一大师不兴许诺乐正退反为乃奏奏于以设三偶促设兵主人大夫重兵计设事或如出促设将士或者执于或申告左右促设如出司马生命取使或者许诺司马将士公反为弟子委使司马臣之皆如出司设事公事算如出事或者以贤或与君告如出将父为司设命设封教封时至如出遂命胜者执张公不胜者直持公身以如出司设遂坦爵遂左直公右直一个兼诸贤面足是唐西以命时取使如出司设反位三偶及兵主人大夫重兵皆坦爵遂时取使如出使不协兼诸贤府以退不反位遂受有司于唐西便时取使一皆身就席司设乃是唐西是公去扑说觉时袭反为司马命弟子说侯之左下刚而是之命或者已经退命弟子退逼司设命是或者退中与算而四司马反为司正退复至南而立乐正命弟子赞功即为弟子相公如其将也生自西阶反坐兵北面坐取祖西之至新坐街上北面酬主人主人将席立于兵东兵坐殿至拜直至新主人踏拜兵不济促至不拜不喜时之进东南面主人坐街上北面拜兵少退主人进受至兵主人之西北面拜送兵依旧喜主人以至是西街上酬大夫大夫将席立于主人之西如宾酬主人之礼主人依旧席若无大夫则长寿酬亦如之思 PG 十九
正身自昔皆相与作受仇者曰某仇某子受仇者将席思正退立于西序端东燕众受仇者拜心以皆如宾仇主人之礼便遂仇在下者皆身受仇于西皆上促受者以致将殿于废思正将复位使二人举至于兵与大夫举至者皆喜至身时之西皆上北面皆坐殿至拜直至新兵与大夫皆席莫踏拜举至者皆坐祭岁以促至新坐殿至拜直至新兵与大夫皆踏拜举至者逆将喜身时至皆立于西皆上北面东上兵与大夫拜举至者皆进坐殿于见右兵与大夫辞坐受制以新举至者退反位皆拜送乃将兵与大夫坐反殿于其所心若无大夫则为兵司正身自西皆坐皆上受命于主人是西皆上北面请坐于兵兵辞以足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请撤祖兵许司正将自西皆皆前命弟子四撤祖司正身立于序端兵将席北面主人将席自南方坐街上北面大夫将席席东南面兵取祖还受司正司正以将自西皆兵从之将遂立于街西东面司正以祖出受从者主人取祖还受弟子弟子受祖将自西皆以东主人将自坐皆西面立大夫取祖还受弟子弟子以将自西皆遂出受从者大夫从之将立于兵南众兵皆将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兵一让说句乃生大夫及众兵皆说句身坐乃休无算决使二人举至兵与大夫不兴取殿至以促至不拜直至者受至岁时之兵至以之主人大夫之至长寿而错皆不拜殿促受者心以履在下者于西皆上长寿仇仇者不拜乃以促至以时知受仇者不拜受变履皆不拜直至者皆与履促受者以虚至将变与匪直至者喜身时至反变于兵与大夫无算乐兵心乐正命奏该兵将及皆该坐兵出众兵皆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明日兵朝服以拜赐于门外主人部见如兵服遂从之拜汝于门外乃退主人是服乃其思正无戒不杀使人宿营于门外不拜入身不拜至不拜喜见浦海无祖兵作主人不从久不拜众兵既现众兵一人举至遂无算决无思正兵不与真为所欲以告于相先生君子可也修为所有相乐为欲计大夫与则公事为兵使能不速借其身苟也亨于唐东北尊系逆兵制撤之徒言资不纯西序之席北上现用绝其他用制以绝败者不图作剑府用边五直计半直横于上海以斗出 PG 二十自东房直长尺二寸祖由东壁自西皆身兵祖及斜肩废主人祖及斜臂废废皆离皆右体也尽奏凡举绝三座而不图绝凡殿者于左将举者于右众兵之长一人此喜如兵礼若有诸公则如兵礼大夫如戒礼无诸公则大夫如兵礼乐作大夫不入乐正与立者持三身一合而成身献功与身取决于上北即献殿于下北其身则献诸
西街上立者，东面北上司正计举至而见诸其位三偶者，使弟子司设前界之司设之宫室与铺以于西街之西。司设祭坦爵遂而生司马皆前命张侯，遂命以金凡侯、天子雄侯、白雉诸侯、猕侯、赤直大夫、布侯化以虎豹侍部。侯化以禄使凡化者单直设自营前物常无感其贤荣工具随常无序则勿当动堂则勿当没命复侯者由其位。凡是唐西皆出入于司马之南为兵与大夫将皆遂西取公使今各以其物无物则以白羽与朱羽柔杠长三刃以红豆涛上二旬凡写使于二指之贤横之司设在司马之北司马无事不执公使设或而未事或复事或复用乐行之上设于右逼长如杆薄三寸后寸有半龙首其中蛇交为当逼修横而全之南面坐而殿之南北当喜设者有过则踏之重兵不与射者不将取右射之使者即使取使而后兼右射之臣使而取之兵主人射则私射并升降促射及袭而反为促士路中修前足贵凿被戎八算是或者奉之先手大夫降立于唐西以四射大夫与士设坦勋如偶少退于物司设事公使事算与县事或者事公使礼设不主皮主皮之设者胜者又设不胜者降主人亦隐于西街上或者之祖者几邪废如东方位之右各事或者之祖者几邪废皆有记大夫说史述作说之歌邹于若彩屏皆五中设无算古来于吕也与凡吕不喜不喜者不计计吕氏不入大夫后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乡侯上各五旬中十尺侯到五十公公二寸以为侯中背中以为公背公以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见愁八十长尺有卧卧宿处铺长如杆堪本尺均射则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杆既发则踏军而四军乐坐而后就物军坦诸如以射小臣以金直使以受若引军如燕则家爵军国中射则皮树中以道金或白羽与朱羽柔于交则驴中矣今或于晋则虎中龙瞻大夫四中各以其物或是路中道今以或为君有射于国中其与否君在大夫射则肉坦厌礼 PG 二十一厌礼厌礼小臣借与者善改具官传于秦东乐人县设喜匪于坐街东南荡东六雷水在东北在喜西南四设善北在其北西面司公尊于东营之西两方湖左旋九南上公尊瓦大两有封密用细若西在尊南南上尊是与石鱼门西两环湖司公严兵于户西东上吴家喜也设人告具小臣设公喜于坐街上西乡设家喜公身即位于喜西乡小臣纳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侍立于西方东面北上住使立于门东北面东上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南面是与使者立于门西东上宫将立于坐街之东南南乡耳清清西面北上耳大夫大夫皆少进设人请兵公曰命某位兵设人命兵兵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兵再拜稽首许诺设人反命兵出立于门外东面宫一清
大夫乃身就席小臣自坐阶下北面，请执逆者与修缮者，乃命执逆者，执逆者身自西阶立于尊南北面东上善。载请修于诸公卿者，舍人纳兵，兵入吉庭，工匠一等一之公身就席兵身自西阶主人一身自西阶兵右北面至。再拜兵踏，再拜主人将席席南西北面，兵将皆西东面，主人辞将兵对主人北面冠作取孤席，兵少进辞席主人。坐殿屋于匪心对兵反为主人促喜兵一乃生主人生兵拜喜主人兵右殿屋踏拜将冠兵将主人辞兵对促冠兵一生主人生作取孤执逆者举逆主人着善执逆者反逆主人眼前献兵兵西阶上拜眼前受爵反为主人兵。又拜宋爵善改建浦海兵身言善改设者祖兵作左直爵右祭浦海殿爵于建右心取废作爵祭祭之心加于祖作脱手直爵遂祭九星席末作翠九将席作殿爵拜告指直爵新主人踏拜兵西阶上北面作促爵新作殿爵遂拜主人踏拜兵以驱爵将主人将兵喜南坐殿屋少进辞将主人东面对兵坐取孤殿与匪下冠喜主人辞喜兵坐殿屋与匪心对促喜及皆一生主人身拜喜如兵礼兵将冠主人将兵辞将促冠一生着善执逆如初以作主人于西阶上主人北面拜受爵兵主人之左拜宋爵主人坐祭不翠酒不拜酒不告止遂促爵新坐殿爵拜直爵新兵踏拜主人不从酒以驱爵将殿于匪兵将立于西阶西舍人身兵兵身立于序内东面主人冠喜相呼身兵 PG 22之东北面县于公公拜受爵主人将自西阶坐阶下北面拜宋爵士建浦海善改设者祖身自西阶公祭如宾礼善改赞受费不拜酒力促爵坐殿爵拜直爵新主人踏拜身受爵以降殿于善北更爵喜身着善酒以降坐于座阶下北面坐殿爵再拜稽首公踏再拜主人坐祭岁促爵再拜稽首公踏再拜主人殿爵与匪主人冠喜身应孤于兵着散西阶上坐殿爵拜兵兵将沿北面踏拜主人坐祭岁以兵辞促爵兵兵踏拜主人将喜兵将主人辞将兵辞喜促喜一生不拜喜主人着善兵西阶上拜受爵于眼前反为主人拜宋爵兵身席坐祭九岁殿于建东主人将复为兵将沿西东南面立小臣自坐阶下请应爵者公并常小臣坐下大夫二人应爵应爵者坐阶下皆备面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应爵者立于喜南西面北上续进冠喜脚至身自西阶续进着散交于营北将坐阶下阶殿至再拜稽首直至新公踏再拜应爵者皆坐祭岁促至新坐殿至再拜稽首直至新公踏再拜应爵者直至呆于喜南小臣请至者若君命皆至则续进殿至于匪坐阶下阶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应爵者喜向至身时之续进坐殿于建南北上将坐阶下阶再拜稽首宋至公踏再拜工作取大夫所应至新以筹兵兵将西阶下再拜稽首
公命小臣辞兵生成拜公坐殿至榻再拜直至新立促至兵下拜小臣辞兵生再拜稽首公坐殿至榻再拜直至新兵尽受虚爵将殿与匪役至喜公有命则不义不喜反身着善至下拜小臣辞兵生再拜稽首公榻再拜兵礼吕筹于西街上设人坐大夫长身受与兵大夫之右坐殿至拜直至新大夫踏拜兵坐祭立以促至不拜若善至也则将更至喜身时散大夫拜受兵拜送大夫便受筹如受兵筹之礼不计促受者以须至将殿与匪主人喜身十散献亲于西街上司公兼卷众席设于兵左东上亲身拜受孤主人拜送孤亲辞众席司公撤之乃见蒲海亲身席坐左直觉右祭蒲海遂祭酒不萃酒将席西街上北面坐促觉心坐殿觉拜直觉心主人踏拜受觉亲将复位便献亲主人已虚觉将殿与匪舍人乃身亲亲皆身就席若有诸公则先亲献之如献亲之礼席于坐皆西北面东上无家席小臣PG 23又请应爵者二大夫应爵如出请至者若命长至则应爵者便至于匪一人呆于喜南长至至者坐阶下再拜稽首公榻再拜喜相至身时之坐殿于见南将与立于喜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至公榻再拜公又行一爵若宾若常为公所筹以履于西街上如出大夫促受者以须至将殿与匪主人喜身献大夫于西街上大夫身拜受孤主人拜送孤大夫坐祭立促绝不拜祭绝主人受绝大夫将复位须见主人于喜北西面蒲海无争便献大夫遂见之祭兵以西东上促舍人乃身大夫大夫皆身就席席公于西街上少东乐正先生北面立于其西小臣那公公四人二色小臣左和色面古直月内前右手相入身自西街北面东上坐小臣坐受色乃将公歌路名四母皇皇者华促歌主人喜身献公公不兴左色一人拜受爵主人西街上拜送爵见蒲海使人相继促受不拜主人受爵众公不拜受爵坐祭遂促爵便有蒲海不祭主人受爵将殿与匪公又举殿至为公所赐以履于西街上如出促身怒立于县中奏南该白华华属主人喜身现身于西街上一人拜进阶不身旁受爵将主人拜送爵阶前座既立促爵不拜既爵身受主人众身不拜受爵将座既立促爵便有蒲海不祭乃贤歌于立身由根歌难有家于生重秋歌南山有台生游一岁歌香乐州南关居阁弹卷耳罩南雀巢彩凡彩屏大师告娱乐镇约镇歌贝乐镇游营内东营之东告愚公乃将复位舍人自坐阶下请立司正公许舍人遂为司正司正洗脚至南面坐殿于中庭身东营之东受命西街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司正将自西街南面坐取至身着散将南面坐殿至右海北面少立坐取至新坐不计促至殿之星再拜稽首左海南面坐取至西南面反殿。
于其所生自西皆东引之东，请撤祖将功许告于兵兵北面取祖以出善，乃撤功祖将自作皆以东卿大夫皆将。东面北上兵反入及卿大夫皆说俱身就袭攻以兵及卿大夫皆坐乃安修树修大夫既见司正身受命皆命军。曰无不罪兵及卿大夫皆心对曰诺敢不罪皆反作主人喜身现世于西街上是长生拜受至主人拜送至侍坐。既立以不拜既绝其他不拜作既立以乃见司正与舍人一人司事一人执密二人立于至南东上便现世事迹。PG 24现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乃见是住使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见之主人就履时之尊而现之履时不拜受爵作祭。立以若赦则大赦正位司赦如乡赦之礼兵将起身应孤于公着散下拜公将一等小臣辞兵身再拜稽首公榻。再拜兵坐祭促爵再拜稽首公榻再拜兵将席向至身着善坐殿于见南将拜小臣辞兵身臣拜公榻再拜兵反。为公作取兵所应至心为公所赐受者如出受酬之礼将更爵席身着善下拜小臣辞身臣拜公榻拜乃就席坐。行之有直觉者为受于公者拜司正命直觉者决便促受者心以仇视大夫促受者以决心息皆上仇视事身大夫殿决拜事踏拜大夫立促决不拜时之事拜受大夫拜送事与于息皆上便是与着促主人起身自息皆现数。子于坐阶上如现世之礼便将喜岁现左右正与内小臣皆于坐阶上如现数子之礼无算爵士也有直善爵者。有直善爵者直善爵者着以进宫宫不拜受直善爵者着以知宫命所赐者新受爵将席下殿爵再拜稽首。公榻拜受赐爵者以爵就席坐公促爵然后以直善爵者受公爵着反殿之受赐爵者新受直善爵直善爵者乃着行之为受爵于公者拜促受爵者新以仇视于西街上士身大夫不拜乃以时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事礼。着亦如之公有命撤密则卿大夫皆将西阶下北面东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公榻再拜大夫皆辟岁身反坐。侍中女于上如出无算乐消则庶子执烛于坐阶上司公执烛于西阶上殿人执大烛于庭昏人为大烛于门外。兵最北面作取其剑斧以降奏该兵所执斧以赐中人于门内六岁出卿大夫皆出宫不送宫与客宴曰寡君有不舔之酒以请无子之与寡君须于焉食某也以请对曰寡君君之私也君我所汝赐于使臣臣感辞寡君故曰不舔使某故以请寡君君之私也君我所汝赐于使臣臣感故辞寡君故曰不舔使某故以请某故辞不得命感不从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舔之酒以请无子之与寡君须于焉君况寡君多以又汝赐于使臣臣感拜赐命祭宴朝服于请其生狗也哼于门外东方若与四方之兵宴则公迎之于大门内依让生兵为狗进行于坐阶之西。
北面有征不济废不翠酒，其戒卫兵无善尊无善爵与清宴，则大夫卫兵与大夫宴，亦大夫卫兵修善者与执逆。PG 二十五，者皆是也。修亲者小善改也。若以乐纳兵，则兵即停奏四下，兵拜酒，主人踏拜而乐，却功拜受爵而奏四下恭促。爵主人身受爵以下而乐，却身歌禄名下管新功深入三成岁和相乐。若五，则韶为公与兵有祖献公曰臣改奏。爵以听命，凡公所辞皆利，皆凡利皆不过二等。凡公所酬祭拜请与事成，凡见与修者小善改也。有内修君与社，则为下设坦诸如乐座，而后就物小臣以经受时稍属不以乐至祭发，则小臣受功以受功人上设退于物一感。祭发则踏君而四，若引君宴则加爵君在大夫设，则肉坦若与四方之兵宴应爵曰臣受赐以臣请赞执爵者相。者对曰无子无自汝焉有房中之乐。大赦，大赦，大赦之宜君有命戒赦改戒百官有事于赦者赦人戒诸公卿大夫赦司事戒事赦与赞者前赦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马舍人素士敌司马命亮人亮侯道与所设法以离部大侯九十参七十干五十设法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亮人金车张三侯大侯之重建古于参参建古于干干部级的五部系左下刚设法西十北十凡法用格勒。人宿县于坐街东深庆西面其南深中其南伯街南陈建古在坐街西南古应皮在其东南古西街之西宋庆东面其南中其南伯街南陈一建古在其南东古硕皮在其北一建古在西街之东南面汤在建古之咸陶以于宋庆西红爵明司公尊于东营之西两方胡善尊两武在南有蜂蜜用西若只坠诸剑盖密如勺右反之皆玄尊酒在北尊是吕石于西伯之南北面两环胡右尊于大侯之伐东北两湖县酒设喜于坐街东南雷水在东北在喜西南城设善北在其北西面又设喜于或者之尊西北水在喜北北在南东城小城设宫喜于坐街上西相思宫设兵旗于户西南面有家席清席兵东东上小清兵西东上大夫祭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席公于西街之东东上诸公坐街西北面东上官传跟定设人告具于公公身即位于席西乡小城师纳诸公卿大夫诸公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是西方东面北上大使在干侯之东北北面东上是吕使者在市南北面东上小城师从。PG 二十六，者在东堂下南面西上宫将立于坐街之东南南乡小城师赵一诸公卿大夫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一大夫大。夫皆少进大赦正病病者请兵公曰命某位兵病者命兵兵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兵在拜稽首受命病者反命兵出立于门外北面公一卿大夫身就席小臣自坐阶下北面请执逆者与修善者乃命执逆者执逆者身自息
皆立于尊南北面东上善改请修于诸公卿者并者纳兵兵及停工将一等一兵兵辟公身及席奏四下兵身字。西皆主人从之兵右北面至在拜兵踏在拜主人将席席南西北面兵将皆西东面主人辞将兵对主人北面观。作取孤喜兵少进此喜主人坐殿孤于匪心对兵反为主人促喜兵医生主人生兵拜喜主人兵右殿孤踏拜将冠兵将主人辞将兵对促冠兵医生主人生作取孤执逆者举逆主人着善执逆者盖逆着者加勺右反之眼前宪兵兵西皆上拜受爵于眼前反为主人兵右拜送爵改须见蒲海兵身严庶子射者祖兵坐左直孤右祭蒲海殿爵于见右心取废坐爵祭祭之心加于祖坐脱手直爵遂祭酒心席末坐翠酒将席坐殿爵拜告止直爵心主人踏拜乐却兵西皆上北面坐促决心坐殿决拜直决心主人踏拜兵以虚决将主人将兵起南面北面坐殿孤少进辞将主人西皆西东面少进对兵坐取孤殿于匪下冠喜主人此喜兵坐殿孤与匪心对促喜及皆医生主人身拜喜如兵礼兵将冠主人将兵辞将促冠医生着善执逆如初以坐主人于西街上主人北面拜受爵兵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翠酒不拜酒遂促爵心坐殿爵拜直爵新兵踏拜主人不从酒以虚爵将殿于匪兵将立于西街西东面并者以命身兵兵身立于西序东面主人冠喜向孤身着善东北面现于公公拜受爵乃奏四下主人将自西街坐街下北面拜送爵改虚见蒲海有左房庶子射者祖身自西皆恭祭如兵礼庶子赞受废不拜酒力促爵坐殿爵拜直爵新主人踏拜乐却身受爵将殿于废更爵喜身着散以将坐于坐阶下北面坐殿爵再拜稽首恭踏拜主人坐祭遂促爵新坐殿爵再拜稽首恭踏拜主人殿爵于匪主人冠喜身应孤于兵着散西街上坐殿爵拜兵西街上北面踏拜主人坐祭遂引兵辞促决心 PG 二十七坐殿爵拜直爵新兵踏拜主人将喜兵将主人辞将兵辞喜促喜兵医生不拜喜主人着善兵西街上拜受爵于眼前反为主人拜送爵兵身席坐祭酒遂殿于建东主人将复卫兵将沿西东南面立小臣自坐阶下请应爵者公命长小臣坐下大夫二人应爵应爵者坐阶下阶北面再拜稽首公踏拜应爵者立于西南西面北上去进冠洗脚至身自西皆续尽着散交于营北将士坐阶下阶殿至再拜稽首直至新宫踏拜应爵者皆坐祭遂促至新坐殿至再拜稽首直至新宫踏再拜应爵者直至呆于喜南小臣请至者若命皆至则续尽殿至于北坐阶下阶北面再拜稽首公踏拜应爵者喜向至身时之序进坐殿于见南北上将士坐阶下阶再拜稽首送至公踏拜应
觉者皆退反为工作取大夫所应至心以酬兵兵将息皆下再拜稽首小城镇辞兵生成拜工作殿至踏拜直至新宫促至兵下拜小城镇辞兵生再拜稽首工作殿至踏拜直至新兵尽受虚至将殿与匪役至心喜功有命则不义不喜反身着善下拜小城镇辞兵生再拜稽首公踏拜兵告于病者请吕诸臣病者告于公公许兵以吕大夫于西街上病者坐大夫长身受吕兵大夫之右坐殿至拜直至新大夫踏拜兵坐祭力促至不拜若善至也则将更至喜身时散大夫拜受兵拜送遂就席大夫便受酬如受兵酬之礼不计酒促受者以虚至将殿与匪复位主人喜孤身时散现亲于西街上司公兼卷重席设于兵左东上亲身拜受孤主人拜送孤亲辞重席司公撤之乃见蒲海亲身席数子设者祖亲作左直觉右祭蒲海便觉于见右心取费作绝计不计费心加于祖作脱手取觉遂祭酒直觉心将席西街上北面作促觉心作殿觉拜直觉心主人踏拜受觉亲将复位便现亲主人以虚觉将殿与匪病者身亲亲皆身就席若有诸公则先亲献之如献亲之礼席于座皆西北面东上无家席小臣又请应觉者二大夫应觉如出请至者若命长至则应觉者便至于匪一人呆于席南长至者坐阶下再拜稽首公踏拜喜相至身时之坐殿于剑南将与立于喜南者二人皆在拜稽首送至公踏拜公又行一绝若兵若常为公所赐以履于西街上如出大夫促受者以虚至将殿于匪主人喜孤身现大夫于西街上大夫身拜受孤主人拜送 PG 28孤大夫坐祭力促绝不拜祭绝主人受绝大夫将复位须见主人于喜北西面蒲海如真变现大夫遂见之祭兵以西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促病者身大夫大夫皆身就席乃席公于西街上少东小城那公公六人四色仆人正图香大师仆人师香少师仆人是香上公香者皆左合色后手内衔跨越右手香后者图香入小乐正从之身自西街北面东上坐受色乃将小乐正立于西街东乃歌路明三中主人起身时觉现公公不兴左色一人拜受觉主人西街上拜送觉见蒲海使人相继促觉不拜主人受虚觉众公不拜受觉坐祭遂促觉便有蒲海不祭主人受觉将殿与匪复位大师及少师上公皆将立于古北群公陪于后乃管新公三中促管大师及少师上公皆东殿之东南西面北上坐病者自坐阶下请立司政公许病者遂为司政司政事喜喜脚至南面坐殿于中庭申东营之东受命于公西街上北面命兵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兵诸公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司政将自西街南面坐取至身着散将南面坐殿至新右海北面少立坐取至新坐不计促至殿之新再拜稽首左海南面
作取至喜南面反变于其所北面立私设是次坦决遂直攻斜城始于宫外建足于府右据止勾贤自作阶前曰为政请赦遂告曰大夫与大夫是欲于大夫遂是西阶前东面右顾命有司大赦器赦器皆入军之功使是东堂兵之公使与中筹锋皆止于西堂下众公使不协总众公使兵皆是次而四公人士与子人身自北皆两营之贤叔树荣公若单若莫度尺而五射正立之促化自北皆下司公扫所化物自北皆下大使赐于所射中之西东面以听政司设西面事之曰公设大侯大夫设参事设干涉者非其侯中之部或非者与尊者为偶不一侯大使许诺遂比三偶三偶四于次北西面北上司设命上设曰某欲与子命下设曰子与某子设促遂命三偶取公使于四司设入于次进三斜一个出于次西面一当街北面一即街一身旁一当物北面一即物一由下物少退右设设三侯将臣使使设干右设参大侯在发促设北面一即街一将如身设之一岁是旁西改取一个斜之岁取乎近之以立于所设中之西南东面司马师命复侯者执金以复侯复侯者皆是侯执金复侯而四司设是次座上 PG 二十九偶设司设反位上偶出次西面一进上设在左并行当街北面一即街一上设先生三等下设从之中等上设身唐少左下设身上设一并行皆当其物北面一及物一皆左足履物还是侯中合足而四司马正是次坦决遂直公右斜之出身自西皆是下物立于物贤左直府右直萧南阳公命去侯父侯皆许诺以公屈直西及伐南右诺以伤至伐身止受或者退立于西方或者新贡而四司马正出于下设之南海其后将自西皆遂是次世公说绝时袭反为司设进与司马正交于街前相左右堂下西街之东北面是上设命曰无设或无列或上设一司设退反位乃设上设计发邪使而后下设设时发以将臣使或者坐而或举金以攻眼睛以伤或而为是或促设右邪之北面一一如身设上设将三等下设少右从之中等并行上设与左与身设者相左交于街前相依是次是公说绝时袭反位三偶促设亦如之私设去夫以于街西是坐街下北面告于公曰三偶促设反进夫反位司马正坦决遂直公右斜之出与私设交于街前相左身自西街自右物之后立于物贤西南面一公命取使父侯许诺如出去侯皆执金以复其侯而四司马正将自西街北面命设逼小臣师设逼司马正东面以公位必计设逼司马正是次世公说绝时袭反为小臣作委使于逼北或司马师作臣之促若使不备则司马正又坦直公生命取使如初约取使不所乃复求使加于逼促司马正静坐左右辅之心反为司设是西街西以铺身自西街东面请
设于公公许岁是西街上命兵御于公诸公卿则以偶告于上大夫则降即位而后告私设自西街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请将私设先将进夫反为大夫从之将士次立于三偶之南西面北上私设东面于大夫之西彼偶大夫与大夫命上设曰某欲与子命下设曰子与某子设促遂彼众偶众偶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事与大夫为偶则以大夫之偶为上命大夫之偶曰子与某子设告于大夫曰某欲与子命众偶如命三偶之辞诸公卿皆为将遂命三偶各与其偶拾取使皆坦决遂职工右胁之一偶出西面一当逼北面一及逼一上设东面下设西面上设一静坐横宫雀首自宫下取一个兼诸府兴顺与且左还无周反面一下设静坐横宫副首自宫上取一 PG 三十各兼诸府兴顺与且左还无周反面一计时取使捆之间斜成使街内还南面一士兵南街左还北面一进三斜一个一以偶左还上设与左退者与进者相左相依退是公使于次说绝时习反为二偶时取时亦如之后者遂取右设之使兼臣使而取之以受有司于次中皆习反为司设作设如出一偶一身如出司马命去侯父侯许诺如出司马将士公反为司设游邪一个去扑与司马交于街前是坐街下北面请示或于公公许反进扑遂命事或者设中以公为避北面大使事或小臣失职中先手坐设之东面退大使十八算于中横尾其余于中西新拱而四司设西面命曰中离为刚阳处捆复公则是或重则不与为公所中中三侯皆或是或者命小时小时命或者司设遂进由堂下北面是上设命曰不冠不是上设一司设退反为是或者作取中之八算改十八算新职而四乃设作中则是或者每一个是一算上设于右下设于左若有余算则反尾之右取中之八算改十八算于中新职而四三偶促设兵将取公使于堂西诸公卿则是次祭三偶以南公将设则司马师令父侯皆执其金以复其侯而四司马师反为立仆人扫侯到司设去扑士坐街下告设于公公许氏西街东告于兵遂进扑反为小设正一人取公之爵时于东殿上一小设正受公服公皆以祀于东堂公将设则兵将士堂西坦爵遂执公进三斜一个身字西街先呆于物北一杆东面立司马生命去侯如初还又乃将士公反为公就物小摄政奉爵时以四大摄政职公皆以从于物小摄政坐殿四于物南岁府已经取决心赞摄爵诸及三小臣政赞坦公坦诸如促坦小臣政退四于东堂小摄政又作取时心赞摄时以四退殿于殿上复位大摄政职公以内顺左右威上在下依左直辅右直萧以受公公轻柔之小臣师以经内服使而受使于公稍属大摄政立于公后以使行告于公下曰刘上曰杨
左右约方公继发大赦正受公而四十发以将臣使公促赦小臣师以经退反为大赦正受公小赦正以四受爵。时退殿于殿上复为大赦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暂袭公孩而后兵将士公于唐西反为于街西东面公即袭。PG 31司政以命生兵兵生复言而后卿大夫既设诸公卿取公使于次中坦内遂执公进三协一个出西面一一如三偶身设促设将如三偶是次是公说绝时习反为众皆既设事或皆如出促设事或者遂以所执于或是作阶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促设反为作委于或于中西亲共而四司马坦执公生命取使如出复侯许诺以经复侯如出司马将士公如出小臣委使于逼如出兵诸公卿大夫之使皆亦数之以毛促正坐左右辅之尽数反为兵之使则以受使人于西堂下司马士公反位而后卿大夫身就席司设事皆西士公去扑袭进由中东立于中南北面试算是或者东面于中西做先数右或二算位纯一纯以取食于左手食纯则缩而尾之美尾一之有于纯则横珠下一算位其其则又缩珠唇下心自前是左东面坐坐算脸算时于左手一唇以尾时则一知其余如右过私设复位是或者遂进取贤或直之由坐阶下北面告于公若右胜则曰右贤于左若左胜则曰左贤于右以唇数告若有其者亦曰其若左右君则左右各执一算以告曰左右君还复位坐肩脸算时入算于中尾其余于中西心共而四司设命设公司公事奉封由西皆身北面坐设于西迎西将复位圣者之弟子喜至身着散南面坐殿于封上将反为司设遂坦直公协一个进扑东面于三偶之西命三偶及众设者胜者皆坦决遂直张公不胜者皆习说绝时却左手右加持公于其上遂以直辅司设先反为三偶及众设者皆身以设绝于西皆上小设阵坐身以设绝者如坐设一偶出一如身设及皆胜者先身身堂少又不胜者进北面坐取封上之至心少退力促至进坐殿于封下心一不胜者先将与身影者相左交于阶前相依是次是恭喜反为仆人师既着设绝取至时知反殿于封上退四余序端身影者如出三偶促引若兵诸公卿大夫不胜则不降不直公偶不生仆人师喜身时至以受兵诸公卿大夫受制于席以将士西皆上北面立以促至受职爵者反就席若引公则是设者将席角至身着散将拜公将一等小臣正辞兵身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兵坐祭促爵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兵将喜向至身着善以至下拜小臣正辞身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公促至兵尽受至将喜散至身时散下拜小臣正辞身再拜稽PG 32首公踏在拜兵坐不计促至将殿于匪皆西东面立病者以命生兵兵生就席若诸公卿大夫之偶不胜则一直
持功特身以众皆忌以设爵如三偶设爵便乃彻封与至司公尊侯于福不知东北两县九东面南上皆加韶舍喜于尊西北匪在南东四十一散于匪司马镇喜散岁时爵县福部福部侯西北三部北面拜受爵司马镇西面拜宋爵反魏宰夫有司建庶子射者祖促错或者是又各建祖从之或者又直爵又继建祖二首继九世左各继如右各中亦如之促继左各之西北三部东面设建祖立促爵司马师受虚爵席县吏仆人与金车或者皆如大侯之礼促司马师受虚爵殿于匪或者皆执其建庶子执祖从之设于法少南服不复复侯而四司设事皆西去夫是唐西氏公说爵时习氏喜喜孤身时之将县氏或者于其位少南建浦海者祖皆有祭氏或者建右东面拜受爵司设北面拜宋爵士或者就其建作左直爵右祭浦海新取废作祭岁祭九新司设之西北面立促爵不拜既爵司设受虚爵殿于匪氏或者少西辟建反魏司设是唐西坦爵遂取公协一个是皆西进扑以反魏司设矣扑于皆西是作皆下北面请设于公如出反进扑是次命三偶皆坦爵遂执公序出取使司设先反魏三偶时取使如出小摄政作取使如出三偶计时取使诸公卿大夫皆将如出位与偶入于次皆坦爵遂执公皆进当兵进作说使树上摄东面下摄西面时取使如三偶若是与大夫位偶是东面大夫西面大夫进作说使树退反位偶一进作兼取臣使心顺与且左还无周反面一大夫进作一兼取臣使如其偶北面进三斜一个一进大夫与其偶皆是次世公说爵时习反为诸公亲身就习众摄者计时取使皆如三偶遂入于次世公使说爵时习反为司设由协一个以作设如出一偶一生如出司马生命去侯父侯许诺司马将士公反为司设与司马交于阶前矣扑于阶西是作阶下北面请以乐于公公许司设反进扑东面命乐正曰命用乐乐正曰诺司设遂是堂下北面世上设命曰不古不世上设一司设退反为乐正命大师曰奏离首贤若一大师不兴许诺乐正反为奏离首矣设三偶促设兵呆于物如出宫乐作而后就物稍属不以乐至其他如出一促设如出兵就袭诸公卿大夫众设 PG 33者皆计设事或如出促设将反卫士或者执于或进告左右促设如出司马生命取使父侯许诺司马将士公反为小臣委使司马师臣之皆如出司设事公事算如出事或者以前或与君告如出父为司设命设公时至如出遂命胜者执张公不胜者执持公身引如出促退封与至如出司设有坦爵遂左执公右执一个兼诸贤面足事赐命时取使如出司设反为三偶及诸公卿大夫众设者皆坦爵遂以时取使如出使不协兼诸贤面足退是次
接受有司公使其反为卿大夫身就席司设事次事公说爵时去扑席反为司马正命退逼解刚小臣师退逼京车辆人解左下刚司马师令或者已经与建祖退司设命事或者退中与算而四公又举殿制为公所赐若兵若常以履于西街上如出大夫促受者以虚至降殿于匪反为司马正身自西街东营之东北面告于公请撤祖公许遂是西街上北面告于兵兵北面取祖以出诸公卿取祖如兵礼遂出受从者于门外大夫将复位庶子正撤公祖将自坐皆以东兵诸公卿皆入门东面北上司正身兵兵诸公卿大夫皆说俱身就席公以兵及卿大夫皆坐乃安修树修大夫既见司正身受命皆命公曰众无不罪兵及诸公卿大夫皆心对曰诺敢不罪皆反为做主人喜着现世于西街上是长身拜受至主人拜宋是坐祭立以不拜祭绝其他不拜坐祭立以乃见司正与舍人于至南北面东上司正位上变现世是祭献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乃见是住使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见之主人就是履时之尊而现之履时不拜受爵坐祭立引主人直须爵殿于匪复卫兵将起身应至于公着散下拜公将一等小臣正辞兵身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兵坐祭促爵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兵将起向孤身着善坐殿于剑南将拜小臣正辞兵身臣拜公踏拜兵反为公作取兵所应至心为公所赐受者如出受酬之礼将顿觉喜身着善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辞身臣拜公踏拜乃就席坐行之有直觉者为受于公者拜司正命直觉者决便促受者心矣仇视大夫促受者以决心息街上仇视士身大夫便决拜受踏拜大夫立促决不拜时之事拜受大夫拜宋士旅于西街上便是与着若命曰复赦则不献庶子司赦命赦为御卿大夫皆降在拜稽首公踏拜一发中三侯皆获 PG 34主人起身自西街献庶子于坐街上无献事之礼便献将喜遂献左右正于内小臣皆于坐街上无献庶子之礼无算爵士也有直善爵者有直散爵者直善爵者着以进宫宫不拜受直散爵者着以知功命所赐者心受爵将席下殿爵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受赐爵者以爵就席坐公促爵然后以直善爵者受公爵着反殿之受赐者新受直散爵者直散爵者乃着行之为受于公者拜促爵者心以仇视于西街上士身大夫不拜乃以时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事与着亦如之公有命撤密则兵及诸公卿大夫皆降西街下北面东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辞公踏拜大夫皆辟身反为侍中旅于上无出无算乐消则庶子执烛于坐街上司公执烛于西街上便人执大烛于庭昏人未烛于门外兵最北面坐取其剑斧以降奏该兵所执斧以赐中人于门内六岁出卿大夫皆出公布送公入傲
聘礼，聘礼，聘礼君与亲徒是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辞君不许，乃退祭徒是戒上戒亦如之，乃命司马戒众戒，众戒皆逆，命不辞宰书，必命宰夫官聚集其系，必使者朝服率众戒系管人部牧于寝门外，官臣必疲北守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马，则北面殿壁于其前，使者北面众戒立于其左东上，卿大夫在墓东西面，北上改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门左南乡使读书展壁载直书告备具于君，受使者，使者受书，受上戒公衣入官载其壁舍于朝上戒事载者所授书以行爵名，兵朝服侍婢于米有私言己于事中住先入主人，从入主人再又再拜祝告，又再拜侍婢至玄勋树殿于基下，出主人立于户东，住立于有西，又入取婢将卷婢食于凡埋于西街东，又侍婢于行岁受命上界势必亦如之，上戒及众戒似于使者之门外，使者改瞻率已受命于朝军朝服南乡卿大夫西面北上军使亲近使者，使者入及众戒随入北面东上军依使者进之，上戒立于其左皆闻命古人西面坐起独取归垂骚不起而受宰，宰直归屈骚自宫左受使者，使者受归同面垂骚以受命计数命同面受上界，上界受归屈骚出受古人众 PG 35戒不从受享数伯家必受夫人之聘章享玄勋数伯家从皆如出遂行舍于交脸沾若过邦至于进使赐戒假道数伯将命于朝曰请率殿陛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许遂受必系之以其礼上宾大牢基为除何戒皆有系事率眉其进士于其进兵南面上界西面众界北面东上使读书司马直策立于其后未入境一亦未委谈话皆为其备无功朝服无主无职也界皆与北面西上席享事职平时席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席公事不席私事及进章瞻事乃夜官人，官人问从者几人，以戒对君使事请示，遂以入境，入境脸沾乃斩布幕兵朝服立于幕东席面，戒皆备面东上古人北面坐侍归，遂执斩之上戒北面侍之退复位，退归臣皮北守西上右侍必斩之会诸其必加于左皮上上界士之退马则木南北面殿壁于其前斩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古人告于上界上界告于兵有司斩群壁以告及交右斩如出及管斩壁于古人之管如出兵至于近交张瞻军使下大夫请行反军使清朝服用数伯劳上界出请入告兵礼辞迎于舍门之外再拜老者不踏拜兵一先入受于舍门内老者奉必入东面致命兵北面听命还少退再拜稽首受必老者出受老必出迎老者老者礼辞兵一先入老者从之臣皮射兵用数警兵老者老者再拜稽首受兵再拜稽首送毕老者一皮出乃退兵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老以二主鬼方玄备勋礼有盖其实早真立则兼职之以进兵受早大夫二手受立兵之受如出
李冰之如初下大夫老者，遂以兵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舔千军之挑，既拼以四以兵曰四贤大夫率至于管清至。管兵营再拜清至，命兵再拜稽首清，退兵送再拜宰夫朝辐射孙任一劳在西顶九修顶三星一劳在东顶七堂。上之传八西家六门外米河街二十车新除备和尚借任一劳在西顶七修顶三堂。上之传六门外米河街十车新除备和众借皆少劳爵宁亚兵与管兵疲便聘至于朝兵入于次乃臣必亲卫上病大夫卫臣病侍卫少病病者出请示公皮便迎兵于大门内大夫那兵兵入门左公再拜兵屁不踏拜公一入美门美取一及庙门公一入立于中庭兵立皆悉熟及言计设病者出请命古人东面坐起独取归垂骚不起而受上界上界不习直归屈骚 PG 36受兵兵袭直归病者入告出此欲纳兵兵入门左界皆入门左北面西上三一至于街三让公身二等兵身西营西东面病者退中庭兵致命公左海北乡病者进宫当没再拜兵三退复续公侧袭受欲于中堂与东营之贤病者退赴东熟而立兵将借逆出兵出公侧受改欲替将立病者出请兵替奉数伯家必享病者入告出许平时皮则设之毛在内内设之入设野兵入门左一让如出身至命张皮公再拜受必是受皮者自后右客兵出当之作设之公侧受改必皮如入右手而东聘于夫人用张享用从如出礼若有言则以数伯如享礼病者出请士兵告示必兵奉数仅以请敌病者入告出此请礼兵兵礼辞听命病者入告宰夫彻即改言公出迎兵以入一让如出公身侧受己于序端宰夫内服及三奉两端以进宫东南乡外服及三促正内中设之进西乡病者告兵进亚受己于眼前东面四宫一拜送兵以及辟北面设己部将接上榻再拜稽首宰夫时至以李家四余至面方公侧受礼兵部将一拜进言前受礼复位公拜送礼宰夫见边斗蒲海兵身言病者退赴东殿兵祭蒲海以四祭礼三庭时设将言北面以四间诸至上列作翠礼公用数伯见四北面殿于建东病者进乡避兵将辞避公将一等辞力皆身听命将拜公辞身再拜稽首受避当东营北面退东面四公一拜兵将野公再拜兵执左马以出上界受兵必从者亚受马兵敌奉数锦总乘马二人暂入门右北面殿壁再拜稽首病者辞兵出病者作曲必出有司二人牵马以从出门西面于东熟南病者请受兵礼辞听命牵马右之入射兵奉壁入门左界皆入门左西上宫一让如出身宫北面再拜兵三退返还复续正壁进受当东营北面是受马者自前还牵者后是其右受牵马者自前西乃出兵将皆东拜宋军辞拜野军将一等辞病者曰寡军从子虽将拜起野力皆升攻西乡兵皆上再拜稽首攻少退兵将出攻侧受改弼马出攻将立病者出请上界
奉树井世界四人皆奉玉井树请敌病者入告出许上界奉臂力皮二人暂皆入门右东上殿臂皆在拜稽首病者辞戒逆出病者直上臂是直重臂有司二人举皮从其臂出请受尾皮南面直臂者西面北上病者请受戒礼 PG 37辞听命皆敬亚受其臂上戒奉臂皮先入门左殿皮公再拜戒正臂自皮西进北面受臂退复位再拜稽首送臂借出载自公左受臂有司二人作举皮以东病者右纳世界世界入门右殿臂再拜稽首病者辞戒逆出病者直上臂以出礼请受兵务辞公踏再拜病者出立于门中以相拜世界皆辟事三人东上作取臂立病者进改夫手臂于中庭以东执臂者续从之病者出请兵告示臂病者入告公出送兵及大门内公问军兵对公再拜公问大夫兵对功劳兵兵在拜稽首功踏拜功劳戒戒皆在拜稽首功踏拜兵出功在拜送兵不顾兵请有事于大夫功李慈许兵及管清大夫劳兵兵不见大夫便宴在拜上戒受劳上戒亦如之君使亲为便归拥弃五劳上戒请示兵朝府李慈有司入城拥任一劳顶酒舍于西街前陪顶当内连东面北上上当飞南城牛羊始于腊肠未同顶夫先于先腊舍穷密香熏消盖陪牛羊始新二劳顶二七无先于先腊舍于坐街前西面南城如任顶二列堂上八斗舍于户西西城街二以并东上九租其南坦海区八轨迹之属其南迹错六行迹之牛以西洋史使南牛以东洋史两府迹之粮在北八湖舍于西续北上二以并南城西加六斗舍于西拥下北上九租其东坦海区六轨既之属其东既错四行既之牛以南阳阳东始始以北牛两府既之粮在西街二以并南城六湖西上二以并东城转于东方亦如之西北上湖东上西城西海百瓮加碑石以为列西在东西二劳城于门西北面东上牛以西阳使使西牛羊使米百举举半壶设于中庭时以为列北上属粮道街二行祭四行门外米三十车车饼有五叟设于门东为三列东城和三十车车三拿设于门西西城新储备和兵皮便迎大夫于外门外再拜大夫不踏拜一入即庙门兵一入大夫奉树伯入三一皆行至于皆让大夫先生一等兵从身堂北面听命大夫东面致命兵将皆悉再拜稽首拜戏亦如之大夫辞身臣拜受臂堂中西北面大夫将出兵将受老臂出迎大夫大夫礼辞许入一让如出兵身一等大夫从身堂停时设马乘兵将堂受老树井大夫指兵奉臂西面大夫东面兵至臂大夫对 PG 38北面当没再拜稽首受臂于营前南面退东面四兵再拜稽首送臂大夫将执左马以出兵送于外门外再拜明日兵拜于朝拜雍与系皆在拜稽首上界雍系三劳任一劳在西顶七修顶三星一劳在东顶七堂上之转六西
嘉义如之举及瓮如上宾系一牢门外女何氏死牢牢石车新除备何凡其实与臣如上宾下大夫为便用数帛。至之上界为便以受如宾礼宾之两马数仅世界四人皆系大牢米百举设于门外宰夫朝服牵牛以至之世界。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无病兵朝服问亲亲受于祖庙下大夫病病者出请示大夫朝服迎于外门外再拜兵部。踏拜一大夫先入每门每取一级庙门大夫一入病者请命停时设四皮兵奉数帛入三一皆行至于皆让兵身。一等大夫从身旁北面听命兵东面致命大夫将皆西再拜稽首兵辞身臣拜受毕堂中西北面兵将出大夫将受老毕无病病者出请示兵面如敌毕兵奉毕停时从入门右大夫辞兵遂左停时设一让如出大夫身一等兵。从之大夫西面兵称面大夫对北面当没再拜受毕于银贤南面退西面立兵当没再拜送毕将出大夫将受老毕病者出请示上界特面毕如敌界奉毕皮二人暂入门右殿毕再拜大夫辞病者反毕停时设界奉毕入大夫一让如出界身大夫再拜受界将拜大夫将辞界身再拜送毕病者出请众界面如敌毕入门右殿毕皆再拜大夫辞界逆出病者直上必出礼请受兵辞大夫踏再拜病者直上必立于门中以相拜世界皆辟老受病者必于中庭是三人作曲群必以从之病者出请士兵出大夫送于外门外再拜兵不顾病者退大夫拜汝下大夫常使智者必及之上界朝服三界问下大夫下大夫如亲受必之礼其面如兵面于亲之礼大夫若不见君使大夫各以其爵位之受如主人受必礼不拜系夫人使下大夫为便归礼堂上边斗六舍于户东席上二以并东城胡舍于东续北上二以并南城搜属清街两湖大夫以数帛制之兵如受雍之礼兵之臣马术井上界四斗四边四湖受之如兵礼兵之两马术井明日兵拜礼于朝大夫系兵大牢米八筐兵营再拜老牵牛以至之兵再拜稽首受者退兵再拜送上界亦如之众界皆少老米六筐皆是牵羊以至之功于兵一时再响宴与岔替现无常数兵界 PG 39皆明日拜于朝上界一时一响若不清时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置之以右臂如至拥无兵至响以筹臂亦如之大夫于兵一响一时上界若时若响若不清响则工作大夫置之以筹臂至时以右臂军使青皮便还欲于管兵皮便袭营于外门外不拜帅大夫以入大夫身自西街勾营兵自卑内听命身自西街自左南面受归退赴右房而立大夫将中庭兵将自卑内东面受上界于坐街东上界出请兵营大夫还张如初入兵替营大夫会用数访礼遇数帛臣皮皆如还遇礼大夫出兵送布拜公管兵兵辟上界听命聘享夫人之聘
想问大夫，宋兵攻皆在败，攻退兵从请命于朝，攻辞兵退兵三败，臣请于朝亚听之，遂行舍于交，攻使亲赠如敌，必受于舍门外，如受劳礼无兵使下大夫赠上戒，亦如之使是赠重戒，如其敌必大夫亲赠如其面，必无兵赠上戒，亦如之使人赠重戒，如其面必是送至于进使者归及交请反应朝服载沾攘，乃入乃入城，必于朝西上上兵知公必私必皆臣上戒，公必臣他戒，皆否数伯各家其平时皮左公南相亲近使者，使者直归垂骚北面上戒直张屈骚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必于某公，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载自公左受欲受上戒张志命亦如之执会必以告曰某君使某子会受载礼遇亦如之执礼必以进言赐礼公曰然而不善孤守上戒必再拜稽首公踏再拜私必不告君劳之再拜稽首君踏再拜若有限则曰某君之赐也君其以赐乎上戒徒以公赐告如上兵之礼君劳之再拜稽首君踏拜劳世界亦如之君使载赐使者必使者再拜稽首赐戒戒皆再拜稽首乃退戒皆送至于使者之门乃退衣使者拜其母侍婢于门乃至于迷言己于是见蒲海商九成其余坐见蒲海三县一人举绝县从者行仇乃出上戒至亦如之聘遭丧入尽则遂也不交劳不言己不礼兵主人必归礼兵为庸戏之受不会不礼遇不赠遭夫人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庙其他如遭君丧遭丧将命于大夫主人常依恋官以受聘君若轰于后入境则遂父者未至则哭于向衰于管受礼不受享时父者至则衰而出为稍受之归直归父命于病身自息皆不生堂子即位不哭便父命如聘子臣皆哭与介入北乡哭出坦或法入 PG 四十门又即位勇若有私丧则哭于管衰而居不享时归使众戒先衰而从之兵入境而死遂也主人为之惧而并戒设其命君调戒为主人主人归礼必必以用戒受兵礼无辞也不享时归戒父命就止于门外戒卒父命出奉就送之君调卒并若大夫戒卒亦如之事戒死谓之官敛之君不调焉若兵此谓将命则祭敛于官造于朝戒将命若戒死归父命为上戒造于朝若戒死虽是戒兵祭父命往卒并乃归享聘曰问不享有限不及夫人主人不言己不礼面不生不交劳其礼如未戒三戒祭酒无事则聘焉若有故则促聘数伯家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侧不及百名书于方主人使人与客读诸门外客将归使大夫以其数伯反命于管明日君管之既受刑出还见载问几月之资使者既受刑日朝同未出祖事拔祭酒府乃饮酒于其侧所以朝天子归与骚皆九寸扇上寸半后半寸薄三寸骚三彩六等诸白苍问诸侯诸绿骚八寸皆玄虚细长尺炫祖
问在福之必四于交位四右鸡皮马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使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意之至也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辞亲管于大夫大夫管于世事管于工商管人为客三日聚木五日聚玉孙不至兵不败木玉儿时之清大夫亚大夫是亚士皆有亚兵及管亚将功命又见之以其制兵计将功是复见之以其制凡四器者为其所保以聘可也宗人受赐赐以为少退于军之次上界指挥如众受兵兵入门黄升堂让将受制屈受如真臣下如宋军孩儿后退下皆发气以烟在三举足右屈及门正烟直归入门鞠躬烟如恐失之吉想发气烟迎容众借北面呛烟丝敌于于烟出如书燕黄且行入门主进升堂主圣凡庭时随入左先匹马向贤可野兵之必为马出其余皆东多或则伤于德必美则美礼会在聘于会凡直欲无极者习礼不拜至礼尊于东乡瓦大一有封建府五直祭半直恒之祭礼在西时西一祭促在祭主人之庭时则主人遂以出兵之事亚受之祭敌兵若思献奉现将命病者入告出礼辞兵东面坐殿现在拜稽首病者东面坐取现举以入告出礼请受兵故辞公踏在拜病者立于域外以相拜兵辟病者受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国则问夫人若君不见使大夫受自下听命自息皆身 PG 41受父右房而立兵将义将部礼毕之所及皆劳不是服赐拥为根任事一师若朝若暮仆为助助曰孝孙某孝子某见家礼于皇祖某府皇考某子如愧时之礼假弃于大夫焚肉及搜车聘日至拥明日问大夫系夫人归礼记至雍寻而稍载夫使归臣秦日如其雍系之术是终日则二双凡现直一双尾其余于面秦修替现比归大礼之日既受雍系请官亚帅之自下门入各以其爵朝服是无雍无雍者无病大夫不敢辞君出位之辞以凡至礼皆用其想之家边斗无庸者无想礼凡系大夫属梁纪匡武胡纪将功士兵请归凡兵败于朝亚听之宴则上戒位兵兵为苟进宰夫现无行则众会反必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败君命之鲁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败君况寡君言及二三老拜又拜送兵于馆堂迎贤士四皮数薄兵不至主人不拜大夫来使无罪想之过则系之其戒位戒有大客后至则先客不想时至之为大聘有吉言十斗曰胡十六斗曰叟十叟曰丙二百四十斗四丙曰举十举曰总十总曰拿四百丙未一拿公时大夫礼公时大夫礼公时大夫之礼使大夫借各以其爵上借出请入告三辞兵出拜汝大夫不踏拜将命兵再拜稽首大夫还兵部拜宋遂从之兵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即位具根定殿人臣顶七当门南面西上设胸秘密若树若边设喜如
想小乘巨盘仪在东堂下凯夫设严加袭己无尊饮酒将饮赐于东房凡凯夫之巨传于东房公如宾服饮宾于大门内大夫纳宾公入门左公再拜宾辟再拜稽首公一入宾从及庙门公一入宾入三一至于皆三让公身二等宾身大夫立于东家南西面北上是立于门东北面西上小城东堂下南面西上改东家北西面南上内观之是凯在东北西面南上界门西北面西上宫当美北相至在拜宾将也宫在拜宾西街东北面踏拜病者辞拜也宫将一等辞曰寡君从子虽将拜心也兵力皆身不拜命之臣拜街上北面再拜稽首是举鼎去逆于外次入城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胸坐殿于鼎西南顺出自鼎西左人呆宰佣人以足入城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 PG 42退大夫常冠喜东南西面北上续进冠退者与进者交于前促冠续进南面比载者西面于腊任载体进奏于七缩祖请右常卫七同祖伦夫七常卫夫皆横诸祖垂之大夫既比比殿于鼎逆退复卫公将冠兵将公辞促冠公一一一让公身兵身改夫自东防受西将公设之兵辞北面坐迁而东迁所公立于序内西乡兵立于街西一立宰夫自东防建斗六设于将东席上九租以东坦海昌本昌本南迷迷以西金租路尼市设祖于斗南西上牛羊始于在牛希腊常为雅之夫以为特旅人取比殿人举鼎顺出殿于其所宰夫设属祭六鬼于祖西二以并东北上属当牛祖其西祭错以中南城大根气不合时于邓宰右直邓左直盖由门入身自坐接近皆不升堂受公矣盖将出入反卫公设之于将西兵辞坐迁之宰夫设行似于斗西东上牛以西洋洋南使使以东牛饮酒食于至加于封宰夫右直至左直封进设于斗东宰夫东面坐其鬼会各却于其西赞者赴东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一时兵将拜公辞兵身再拜稽首兵身席作取酒租以便入于海上斗之贤祭赞者东面作取属食于左手便右取祭便返于右手心以受兵兵祭之三身之费不离赞者便取之一以受兵兵心受作祭托手膝上行以四便入之上行之贤祭祭饮酒于上斗之贤于辣酱气不祭宰夫受公饭粮公设之于气西兵北面辞作千之公与兵皆复出为宰夫善道于良溪市修树修皆有大概直斗如宰先者反之由门入身自西皆先者一人身设于道南鬼西咸荣人旁四列西北上乡以东熏消牛至至南海以西牛自海牛邑邑南洋至以东洋自海始至至南海以西始自界将于快众人腾修者尽皆不升堂受以盖将出赞者赴东房告备于公赞身兵兵坐席莫取粮及道济于将气闲赞者北面坐殿取树修之大兴亦以受兵兵受兼一祭之兵将拜公辞兵身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兵北面
自贤作左庸府良右直气以将公辞兵西面坐殿于街西东面对西面坐取之力皆身北面反殿于其所将辞公。公许兵生公一退于相并者退赴东蜀而立兵作遂卷加袭公不辞兵三犯以弃将宰夫直至将引与其封已尽。兵脱手心受宰夫射其封于道西亭时射兵作计遂引殿于封上公受宰夫束帛以右西相立兵将沿北面并者。PG 43进相毕兵将辞毕身听命将拜公辞兵身再拜稽首受毕杠东营北面退西营西东面立功一拜兵将也公再拜。借逆出兵北面一直停时已出攻将立上借受兵必从者亚受皮兵入门左眉六北面再拜稽首公辞一让如初。生兵再拜稽首公踏再拜兵将辞公如出兵生公一退于相兵促时会犯三以不以将气脱手心北面作取良语。将以将西面坐殿于街西东面再拜稽首公将再拜借逆出兵出公逆于大门内再拜兵不顾有丝卷三声之阻。归于宾馆于腊不语。明日兵朝服拜赐于朝拜时与右臂皆在拜稽首亚厅之上大夫八斗八鬼六行九祖于腊皆二祖于肠胃轮夫。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则若七若九数修西东无过四列上大夫数修二十加余下大夫以致吐唇如若不清时。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右臂至之斗时时于瓮城于营外二以并北城鬼时时于匡城于营内两营前二以并。南城树修成于碑内亭石成于碑外牛羊石成于门内西方东上兵朝服以受如受拥礼无病明日兵朝服以拜。赐于朝亚听命大夫相识清戒素迎兵于门外拜至皆如想拜将冠受将气右臂束颈也皆自作皆将堂受受者。身一等兵止也兵止粮与气之息续端主人辞兵反之卷加袭主人辞兵反之辞必将一等主人从受右臂再拜。稽首主人送毕亦然辞于主人将一等主人从促时撤于西续端东面再拜将出其他皆如公时大夫之礼若不。清时则公作大夫朝服以右臂至之兵受于堂无病既不速戒戒不速不受己无坐席亨于门外东方司公聚集。与仆言长资不纯家环席寻玄伯纯皆卷自末宰夫言出自东房兵之乘车在大门外西方北面例行冒牛或羊。苦时微皆有华赞者冠从祖身府有盖一凡至无将上大夫仆言家环席其纯皆如下大夫纯清并由下上赞下。大夫也上大夫数修九以将以数修可也拜时与右臂皆在拜稽首。敬礼敬礼敬礼至于交往使人疲便用毕劳侯是亦疲便迎于为门之外在拜使者不踏拜遂直欲三一至于皆使者不让。PG 44先生侯氏身听命将在拜稽首遂身受御使者左骸而立侯氏骸臂使者受侯氏将在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指使者乃入侯氏与之让身侯氏先身受己侯氏拜送己使者设己踏拜侯氏用束帛乘马兵使者在。
拜寿侯是在拜送帝使者将以左参出侯是送于门外再拜侯是遂从之天子赐舍约伯妇女顺命于王所赐伯复舍侯是在拜稽首兵之数伯乘马天子使大夫借约某日伯父率乃出世侯是在拜稽首诸侯前朝接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一姓东面北上侯氏避免氏避于迷城莫车载龙其胡毒乃朝以瑞玉有骚天子设府一余户有之贤左右及天子滚免父府一色夫臣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时来与一人家之伯父其入与一人家受之侯氏入门又坐殿归在拜稽首并者夜侯氏作曲归身致命王受之欲侯氏降阶东北面在拜稽首并者言之曰深深成拜乃出四想皆数伯家必平时为伯所有奉数伯匹马着上九马随之中庭西上殿必在拜稽首并者曰与一人将受之侯氏身致命王府御侯氏将自西街东面受载必西街前在拜稽首以马出受人九马随之势必乃又肉坦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并者夜诸天子天子辞于侯氏曰伯父无事归宁乃邦侯是在拜稽首出自平南市门西遂入门左北面立王牢之在拜稽首并者言之曰深深成拜将出天子赐侯氏矣车服营于外门外在拜路先设西上路下四雅之众赐无数在车南诸公奉妾服家命书于其上身自西街东面大使是右侯氏身西面立大使数命侯氏将两阶之贤北面在拜稽首身臣拜大使家书于府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在拜兵使者诸公赐服者数伯四马兵大使亦如之同姓大伯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想以乃归诸侯敬于天子为公方三百步四门坛时有二旬深四尺加方名于其上方明者牧野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归下碧南方张西方古北方黄东方归上界皆奉其君之旗帜于宫上左宫侯脖子南皆就其旗而立四传并天子乘龙载大配向日月升龙将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四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独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祭天凡柴祭 PG 45山丘陵深祭川省祭的义祭祭祀于东乡偏架步入王门殿归于骚上丧服丧服子下传丧服斩衰长居叠帐脚带官神阴间具者传曰斩者何不羁也居叠者麻之有本者也居叠大恶左本在下去补分亦以为带其衰之叠斩衰之带也去补分亦以为带大功之叠其衰之带也去补分亦以为带小功之叠大功之代也去五分亦以为代司麻之叠小公之代也去五分亦以为代居帐主也消帐同也帐各其其心皆下本帐者何绝也无绝而帐者何单主也非主而帐者何辅并也童子何以不帐不能并也妇人何以不帐亦不能并也
角带者神带也，官神阴条属右，逢官六身外必断而勿挥衰，三身兼具者兼非也，外纳居以如请山整块枯皱也。无时辍周朝一亿米，系一亿米，请不说迭代计与减平助眉，请有习时书时水引朝一枯，系一枯而以计练舍外，请食食菜果饭素食枯无食。复传曰：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诸侯为天子传曰：天子至尊也。君传曰：君至尊也。父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正品于上右，乃将所传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祭祖也。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众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谓之后同宗，则可谓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之子，可也谓所后者之祖父母。七七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七位夫传曰：夫至尊也。妾为君传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世为父不总见鸡抓衰三年，传曰：总六身长六寸，见鸡长尺及鸡尺二寸。子驾反在父之事，为父三年。公事大夫之众臣为其君不待神惧，传曰：公卿大夫是老是贵臣，其余皆众臣也。君未有弟者也，众臣丈夫以及未近臣君服私父以神惧者，神非也。书衰长其母麻蝶官不应销丈夫待书具三年者，传曰：其者何鸡也？母麻者喜麻也。母麻蝶又本在上官者孤公也，书具者抛款之非也。父促则为母继母如母，传曰：继母何以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书也。辞母如母，传曰：此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则生养。 PG 46之中其生如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母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书衰长其母麻蝶官不应销丈夫待书具其者，传曰：问者曰：何官也？曰：其衰大公官其寿也，司马小巧官其衰也。待元各事其官父在位。母传曰：何以其也？屈也。至尊在不敢生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后取达子之志也。妻传曰：为妻何以其也？妻至亲也。初妻之子为母，传曰：初妻之子为母，其则为外祖父母无福。传曰：绝族无师福亲者属初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初母无福。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父促继母嫁，从未知福报。传曰：何以其也？贵中也不仗麻具者祖父母，传曰：何以其也？至尊也是父母叔父母，传曰：是父叔父。何以其也？与尊者一体也。然则昆弟之子何以一其也？旁尊也不足以家尊焉，故报之也。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妻判合也，昆弟四体也，故昆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则辟子之私也。子不思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一居而同才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是母叔母何以一其也？以民服也，大夫之事。子谓妻传曰：何以其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仗也？父在则谓妻不仗。昆弟谓仲子，昆弟之子传曰：
何以其野豹之野大夫之术？子谓是坤地传曰：何以其野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是孙传曰：何以其野不敢降？其事也有事子者无事孙，孙父亦如之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其野不二斩也？何以不二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何谓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禽兽之母而不知父也。人曰父母何算焉？都亦知是则之尊民以大夫及学士，则之尊祖以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之子后大宗也，是子不得后大宗于子。子是人者谓其父母坤地之为父。后者传曰：为父何以其野父人不二斩也？父人不二斩者何也？父人有三从之亦无专用之道，故谓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父人不二斩者犹曰不二天也，父人不能二尊也。谓坤地之为父。后者何以义其也？父人虽在外必有归宗，曰小宗勿服其也。 PG 47。继父同居者传曰：何以其也？传曰：夫死妻至子幼，子无大公之亲与之事而所事者，亦无大公之亲所事者矣。其或财位之助公庙岁时使之四焉，妻不敢与焉。若是则继父之道也，同居则服其衰，其一居则服其衰。三月毕常同居，然后为一居，未常同居则不为一居。为夫之君传曰：何以其也？从服也。孤姐妹与子，子是人无主者孤姐妹报传曰：无主者谓其无继主者也。何以其也？谓其无继主故也。谓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何以其也？从夫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也。父卒然后谓祖，后者服斩妾。谓女君传曰：何以其也？妾之事女君与父之事。舅姑等父谓舅姑传曰：何以其也？从夫也。夫之坤地之子传曰：何以其也？豹之野公妾大夫之妾谓其子传曰：何以其也？妾不得体君谓其子的岁也。女子子谓祖父母传曰：何以其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谓是父母叔父母子坤地，坤地之子姑姐妹与子。子无主者谓大夫，命父者为子。不报传曰：大夫者其男子之为大夫者也，命父者其妇人之为大夫妻者也。无主者命父之无继主者也。何以言为子不报也？女子子是人者谓其父母其故言不报也。言其余皆报也。何以其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何谓不降？命父也。夫尊于朝，妻贵于世，以大夫为祖父母，世孙为世者传曰：何以其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与世也。公妾以及世妾为其父母传曰：何以其也？妾不得体君的为其父母岁也。书衰长其母麻蝶无寿者济公为所欲传曰：济公者何也？师弟之君也。何以为所欲？服其衰。三月也言与民痛也。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传曰：何以服其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义也。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也。为舅君，君之母妻传曰：为舅君者孰谓也？是焉而已者也。何
以夫其衰三月也，言与民痛也。君之母妻则小君也，庶人为国君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救国君传曰：何以夫其衰三月也？妻言与民痛也，长子言未去也。继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传曰：何以其衰三月也？小公者，兄弟之福也，不敢以兄弟之福，福至尊也。大夫为宗子传曰：何以福其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救君传曰：大夫为救君，何以福其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扫其宗庙，不福其衰三月也。言与民痛也，何大夫之谓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有位。 PG 48绝也。曾祖父母为事者如众人传曰：何以其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曾祖父母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其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大公不衰长母麻蝶无受者子女子子之长伤中伤传曰：何以大公也未成人也？何以无受也？丧成人者其文入，丧未成人者其文不入，故伤之蝶不聊垂盖。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未长伤十五至十二，未中伤十一至八岁，未下伤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福之伤。无福之伤以日一月，以日一月之伤伤而无福，故子生三月则父明之死，则哭之未明则不哭也。叔父之长伤中伤，姑姐妹之长伤中伤，昏弟之长伤中伤，夫之昏弟之子女子子之长伤中伤，世孙之长伤中伤，大夫之庶子为是昆弟之长伤中伤，公为是子之长伤中伤，大夫为是子之长伤中伤，其长伤皆九月应叠其中伤，七月不应叠。大公不衰长母麻蝶因不待三月寿，以小公衰及隔九月者传曰：大公不九生，小公不十一生孤姐妹与子子是人者传曰：何以大公也出也从父昆弟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大公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庶子。是父传曰：何以大公也不降其事也？女子子是人者为众昆弟执丈夫，妇人报传曰：执者何也？为无辜者无畏之执夫之祖父母，是父母叔父母传曰：何以大公也从福也？夫之昆弟何以无福也？其夫属乎妇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父道也。为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故明者人至之大者也可无胜乎？大夫谓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为是者传曰：何以大公也尊不同也？尊同则得福，其亲福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妻昆弟传曰：何以大公也先君于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公也大夫之庶子则从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将子亦不敢将也，皆为其从父昆弟之为大夫者，为夫之昆弟之妇人子是人者，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为嫁者为是父母叔父母姑姐妹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为嫁者成人而为嫁者也。何以大公也妾为君之党服的与与君同下言为是父母叔父母姑姐妹者为妾自服其私亲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 PG 49
帝谓姑姐妹与子子嫁于大夫者，君谓姑姐妹与子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公也尊痛也尊同则的服其亲。夫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弥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卑别于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孙有封为国君者，则是世祖世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别于卑者也。是故使封之君不成，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成，诸父而成昆弟封君之孙，竟成诸父昆弟故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遂衰长母麻蝶祭葬除之者，传曰遂衰者何以？小公之遂也。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传曰何以遂衰也？诸侯之大夫以时皆见乎天子，小公不衰长早麻带蝶五月者，叔父之下伤，世孙之下伤，昆弟之下伤，大夫庶子未是昆弟之下伤，为姑姐妹与子子之下伤，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从父昆弟之长伤。传曰问者曰中伤何以不见也？大公之伤中从上，小公之伤中从下，为夫之叔父之长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伤，为直庶孙丈夫妇人之长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为其昆弟庶子，姑姐妹女子子之长伤，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伤。小公不衰长母麻蝶及隔五月者，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报，从祖昆弟，从父姐妹孙氏人者，为人后者为其姐妹世人者为外祖父母。传曰何以？小公也以尊家也，从母丈夫妇人报。传曰何以？小公也以名家也，外亲之福皆私也，夫之姑姐妹第四父报。传曰第四父者弟长也，何以？小公也以为乡与居士中，则生小公之亲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从父昆弟庶孙，姑姐妹与子子是世者，大夫之妾为庶子是人者，庶父君母之父母从母。传曰何以？小公也君母在，则不敢不从服；君母不在，则不服。君子子为庶母辞己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为庶母何以？小公也以辞己家也。司麻三月者，传曰司者十五生，抽其半有事，其旅无事，其不曰司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孙之父庶孙之中伤，从祖姑姐妹是人者报，从祖父从祖昆弟之长伤，外孙从父昆弟直之下伤，夫之叔父之中伤，下伤从母之长伤报，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传曰何以？私也。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然则何以？服私也，有死于宫中者，则谓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私也，是谓庶母。传曰何以？私也以名 PG 五十服也，大夫以上谓庶母，无服贵臣贵妾。传曰何以？私也以其贵也如母。传曰何以？私也以名服也，从祖昆弟之子曾孙父之姑从母昆弟。传曰何以？私也以名服也，生。传曰生者何也？未无咎者无谓之生。何以？私也报之也，续传曰何以？私报之也，妻之父母。传曰何以？私从服也，姑之子。传曰何以？私报之也，咎。传曰何以？私从服也，咎之子。传
曰：何以斯从夫也？夫之姑姐妹之长商，夫之诸祖父母暴君母之坤弟传。曰：何以斯从夫也？从父坤弟之子之长商，坤弟之孙之长商，为夫之从父坤弟之妻传。曰：何以斯也？以为相与同事，则深思之亲焉。长商、中商、将一等下商，将二等齐衰之商，中从上大公之商，中从下季公子，为其母练官麻麻衣全员，为其妻全官革迭代麻衣全员，皆祭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坤弟大夫之子于兄弟将一等为人，后者于兄弟将一等报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方家一等，不及之父母与兄弟居家一等传。曰：何如？则可谓之兄弟传。曰：小公以下为兄弟，朋友皆在他方坦免归，则以朋友麻君之所为兄弟，服侍老将一等夫之所为兄弟，服妻将一等庶子，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福不为后，如邦人宗子孤为商，大公衰小公衰，皆三月亲，则月算如邦人改葬司童子为当世司传。曰：不当世则无私福也。凡妾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钓鱼命父西衰，命父钓鱼大夫亦西衰。传曰：西者何也？麻之有息者也。息者十五身抽其半，无事其旅有事其不。曰：息女子，子是人者，为其父母，父为舅姑，恶鸡有手以抓促姑子，折鸡手以鸡不。总传曰：鸡有手者，恶鸡之有手也；恶鸡者，至鸡也；折鸡手者，折及鸡之手也；及鸡者相鸡也。何以言子折鸡手而不言腹中之也？妾为女君，君之长子，恶鸡有手不。总凡衰外消服，长内消服，服三垢若其长内衰外腹广，出于四寸是薄四寸，出于衰衰长六寸薄四寸，衣带下尺刃二尺有五寸，内属服一二尺有二寸，屈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奇观六升，以奇观未受受观七升，奇衰四升，奇观七升，以奇观未受受观八升，岁衰四升有半奇观八升，大公八升落九升，小公十升落十一升，是丧礼。 PG 五十一，是丧礼。是丧礼死于世事无用，免亲父者一人已绝，便服簪长于衣左和之西领于带身，自前东戎中屋北面招以衣曰高某父三将衣于前受用，妾身自作皆以衣师父者将自后西戎歇尺用脚四坠足用宴几殿蒲海里九身自作接殿于师东为唐乃父于君主人西接东南面命父者拜宋有兵则拜之入座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狭床东面亲者在世众妇人户外北面众兄弟堂下北面军使人调撤为亡人营于寝门外见兵不哭先入门右北面调者入身自西街东面主人进中庭调者致命主人哭拜击嗓臣勇兵出主人拜送于外门外军使人遂撤为主人如出岁者左直领右直要入身致命主人拜如出岁者入医师出主人拜送如出为军命出身将自西街
遂拜兵有大夫，则特拜之即位于西阶下东面不有大夫，虽不辞入也亲者，遂不将命以及陈述兄弟，遂使人矣。将命于是主人拜于魏伟一于师东床上朋友，遂亲以敬主人拜伟一如出退哭不有彻衣者，执衣如遂以释放。为民各以其物，王则以资长半幅，莫长中幅广三寸，书名于墨曰某氏某之旧竹杠，长三尺，置于与西街上殿。人绝砍于街闲少，西位亦于西墙下，东厢新盆盘平废敦重力皆着造于西街下，城席是于房中，西岭南上不清。明衣裳用布阔机用桑长四寸，幽中布金环服布早演练博广中服长五尺，西其末片用白矿密木用资方尺二寸，里着祖系握手用玄勋，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着祖系绝用正王及若则及祖系矿及二帽资直长，与手齐杀眼足绝便服纯衣皮便服团衣资带袜格竹户下格具东白具皆一资取纯祖其系与种数岁继承。不用费三十余凡稻米，一豆十余筐木金，一玉金二皆用细余凡制于丹玉一余切皆转于西序下南上。管人即不说玉区之住西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进皆不深堂受攀主于亦用重力注盛米于敦殿于背北室有。兵用一盘可野外预售物入主人皆出户外，北面乃木制正用金玉用金正用玉衣暖着气与砍早简如他日阔。用祖乃鸡舍名衣裳，主人入即为商住席祭服团衣次，主人出南面左坦西珠面之右冠于盆上洗被直以入载。PG 52洗四件鱼米直以从商住直经从入，当有北面撤枕设金撤歇受被垫于师西，主人由足西床上坐东面住右受米垫于背北载，从立于床西在右，主人左西米十余右三十余背左中亦如之，右十米为引主人洗反为商住也。片设密木乃具其节于夫连炫乃席三称名衣不再算，设隔带进户设绝力于自饭池之设卧乃连设帽高之无用，清金四顺早埋于砍重木堪凿之殿，人至重于中庭参分庭，一在南下住欲于饭用，二立于西墙下密用。不久之系用秦献于众密用尾席北面左任带用贺之节于后住取名至于众爵名臣衣于房南岭西上清脚盆三缩衣广中伏西其末资清称礼无胆祭服次散衣次凡时有九称臣衣祭之不必尽用转于东堂下湖海李九密殿用功不时于丹在转东设盆冠于转东有金居叠大立下本在左要叠小烟散带垂长三尺母麻叠右本在上亦散带垂皆转于东方妇人之带母麻结本在房床子一轻转于西殿南西方冠如东方城一顶于启门外荡东属少南西面其实特屯四替去提两国及废设中秘密西末宿祖在顶西西顺富比东丙士冠二人一并东面立于西街下步席于户内下官上殿商住布脚清散衣祭服祭服布道美者在中士举千师反为设床子于
两营之间任如初有枕促脸彻为主人，西面逢师勇无算主父，东面逢亦如之主人，技法坦重主人，免于防妇人。抓于是是举男女奉师仪于堂，无用以亲男女，如是未有无算主人，出于足将自西接众主人，东即为妇人作接。上西面主人拜兵大夫特拜侍女之即位，有其蝶于旭东复位，乃殿举者冠右执李阙之左执祖恒射之路坐阶。前西面错错祖北面右人左执李抽兄与左手兼执之取密尾于顶北家中部坐，乃比载载两臂于两端两肩雅。两国雅己废在于中皆附近抵直而四下住及直视冠直礼先九仆海祖从身自坐皆丈夫有殿人彻顶惊呆于坐皆下殿于师东直礼九北面西上斗错祖错于斗东立于祖北西上礼九错于斗南住受金金之由足将自西皆妇人勇殿者由众男东丈夫勇兵出主人拜送于门外乃带姑姑以官有岁者则将应病者出请入告主人呆于未病者出告须以兵入兵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击嗓兵身自西皆出于足西面尾衣如于是礼将出主人 PG 53初拜宋朋友亲岁如初宜西街东北面哭勇三将主人不勇岁者以者则必有长直衣如初彻衣者亦如之身将自西街以东宵未聊于中庭绝明灭聊成衣于房南岭西上清脚进清二军岁计服散衣数岁凡三十称竟不再算不必尽用东方之转两瓦五其十里九角至木四可斗两其十魁租玉裸海两边无藤不经其实力不则府四挺殿其在转北脸其在其东绝四见任官入主人不哭声官用轴盖在下熬暑祭各二筐有余蜡转于西殿南城三顶于门外北上屯和生鱼专负酒蜡左胖必不生其他皆无出竹四余转东注册冠于门外入生自作皆丈夫有注册经受执事者以呆彻转先取礼九北面其余取先射者出于足将自西皆妇人勇射于续西南当西荣如射于堂礼九位如出直视斗北南面东上乃是转为堂妇人师西东面主人及亲者身自西皆出于足西面坦视冠位如出不广如出商住部脚尽青衣美者在外军岁不到有大夫则告示举千师父为主人勇无算促脸彻为主人逢如出主父亦如之主人奉师脸于官勇如出乃盖主人降拜大夫之后至者北面是四众主人父为妇人东父为设牢旁一筐乃徒勇无算促徒助取名至于四主人父为有其乃殿竹身自作接住直经席从设于澳东面住反将及直视直转士冠举顶入西面北上如出载于左手进其三列蜡进底住直里如出九斗边祖从身自作接丈夫有殿人彻顶殿游营内入于市里九北面设斗右租租南立立东府屯当斗于次蜡特于祖北里九在边南京如出记错者出立于户西西上住后和户先由营西将自西皆妇人勇殿者由众南东丈夫勇兵出妇人勇主人拜送于门外入吉凶
地北面哭，并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门外，众主人出门哭，只接西面于东方和门，主人依旧赐君，若有赐焉，则是脸。既不依君至主人出营于外门外，见马首不哭，还入门右北面，及众主人坦屋，止于庙门外，住待之小臣二人之。歌先二人后君是才入门，主人辟君身自坐阶西厢，住附庸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击嗓，臣永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复位君身，主人主人西迎东北面，升公卿大夫，即主人东上乃敛促公卿大夫，逆将复位主人将出君。 PG 54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府当心，主人拜击嗓，臣永出君。反之复出位，众主人辟于东壁南面，君将西厢，命主人封师，主人身自西皆由足，西面逢师不当君所用，主父东面逢亦如之，奉师脸于官乃盖，主人将出君。反之入门左仕途君身即位，众主人复位促途，主人出君命之。反殿入门右乃殿，身自西皆君要节而勇，主人从勇促殿，主人出哭者指君出门，庙中哭，主人不哭辟君，是之二车必成，主人哭拜送席入，即位众主人席拜大夫之后，至者成勇兵出，主人拜送三日，臣服帐拜君命，及众兵不拜关中之次，朝夕哭不辟子卯，妇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门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兵祭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门，妇人抚心不哭，主人拜兵旁三右，还入门哭，妇人勇，主人堂下直东续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卫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诸公门东少进他国之一绝者，门西少进敌则先拜他国之兵，凡一绝者拜诸其位撤者，冠于门外逐先入身自坐阶，丈夫永住取礼，北面取酒立于其东，取豆边祖南面西上住，先出酒豆边祖，续从将自西皆妇人永设于续西南，直西荣里，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错立于豆北南面边祖，即错立于直豆之西东上，酒错复位礼错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市转乃殿里，酒仆海生丈夫涌入如出设不经错者，出立于户西，西上灭烛出住和户先将自西皆妇人涌殿者，由众南东丈夫涌兵出，妇人涌主人拜送众主人出，妇人涌出门哭，指若复位和门主人促拜宋兵一众主人，乃就自朔月殿用特屯于蜡城三顶，如出东方之转亦如之，无边有属即用瓦墩有盖当边，为主人拜兵如朝夕呼促撤举顶入身，皆如出殿之一促，彼是彼于顶祖行彼者逆出殿人撤顶，其续礼九租海属祭祖其设于是斗错祖错蜡特属祭当边位敦其会却诸其南里九位如出住与直斗者，今乃出主人要节而永皆如朝夕哭之一月半不饮殿有见心如朔殿撤朔殿先取礼九，其余取先设者敦其会面足续出如入其设于外如于是是宅种人。